报告委员会哈，已足法定的人数，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9月22日星期四，9:01至12:14、14:32至15:33，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洪慈庸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郑天才委员等29人，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郭芳玉等相关人员，主席曾召集委员营，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劳动部郭部长方玉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劳动部郭部长方玉列席报告并被询，委员洪慈庸等17人提出质询，均经劳动部郭部长方玉暨各相关主管等及时答复，决定依本日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林俊宪及黄昭顺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相关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讨论事项：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劳动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3案，解冻内容请委员参阅书面资料。决议：以上3案均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通过临时提案7案，请委员酌参。宣读完毕。好，请问委员会对于上次的议事录有无修正或遗漏之处？没有意见，我们就确认通过。好，那今天我们的议程是要邀请我们卫福部林部长列席报告整个业务的概况，并被质询。那也会继续处理我们中华民国105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福部主管预算解冻案一案，好，还有就是继续处理我们105年的这个卫福部主管的财团法人预算解冻案11案，好，这个在下午会来进行哈。那我首先来介绍我们在座的委员哈，有林静怡委员，好，还有陈曼丽委员，好，那我们列席的官员啊，有我们卫福部林昼延林部长，好。还有我们政务次长何启功何次长，还有我们常务次长蔡生田蔡次长，综合规划师的杨之清杨师长，好，还有我们心理及口腔健康师的盛立忠盛之师长，好，还有医师师的石崇良石师长，好，还有我们中医药师的这个黄怡超黄师长。我们护理及健康照护师的蔡盈盈蔡护师长，好，社会救助及社工师的李美珍理事长，好，还有保护服务师的张秀燕张师长，好，好，社会保险师的商东福商师长，法规会的参事高宗贤高参事，我们附属医疗及社会福利机构管理会的林庆峰林执行长，好，好，统计处处长陈敏，好，谢谢。再来是我们今天来了非常多的我们政府官员列席哦，资讯处的纪监许明辉，许纪监，人事室的处长张美玲张处长，还有我们政风的徐大光徐处长，好，还有会计处的这个吴建国吴处长，好，那还有我们秘书处的石美春石处长，好，还有我们局管署的周志浩周署长，好，还有我们食药署的江玉美江署长，好，那健保署的副署长蔡淑玲部长有署长有来哦，对不对？李博章李署长，对不起，因为上面名字是蔡淑玲啊，好，李署长哈，好，国民健康署的王署长，好。受家属的简慧娟简署长，我们卫生福利人员训练中心的徐秀辉徐参事啊，好，那国际合作组的许明辉许主任，哦，
是，然后科技发展组的施养志施继坚，好，那还有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测进会的董事长苏聪贤苏董事长，好，在那边啊，是，好，因为今天可能也有会问到这个问题啊，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啊，还有预算的解冻哈，还代理院长徐信思院长哈，好，谢谢。还有一个主计总处的林秀燕林专门委员，好，好，谢谢大家的列席。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请我们卫福部林部长就我们今年的业务哈，还有今年的这个立法的重点哈，来做一个这个报告。好，我们给部长十分钟好吗？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今天是大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环境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本人诚邀前来列席报告，深感荣幸。首先，对于大院委员对本部的支持及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谢忱。有关本部105年上半年主要施政作为及未来施政规划资料，已编印成书面报告送达大院。以下仅择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会与指教。一、推动长照十年计划2.0，建构在地化、社区化、普及化之长照体系。长照十年计划推动至今，已获具体成效，例如生能老人服务涵盖率已由 2.3% 提升到 36.3%。 那目前长照，目前我们正积极研拟并推动长照十年计划 2.0， 向前端优化初级预防功能，促进老人健康福祉，提升生活品质，向后端提供多目标社区或支持服务，减轻家属照顾的压力以及长期照顾之负担，并规划预防长者衰弱前期之健康促进，达成预防失能、延缓失智，并推动社区整体照顾模式的示范计划。二、改善医事人员职业环境，兼顾病人权利，再塑医病新关系。为提升照顾品质并减轻住院医师负担，以推动整合医学专科医师，并且组成医师劳动权利保障推动小组，预定全体受雇医师于108年9月1日适用劳动基准法，并有多项相关的配套措施。今年6月，我们也确定了医院评鉴改革的方向，然后同时简化各项访查、认证、评鉴，预计在9月底前要完成公告作业，于106年正式实行。第三，强化家庭支持与社区照顾绵密服务网络，落实权利保障。我们提供托育费用补助及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办理儿少高风险家庭厨艺服务，并提供特殊境遇家庭及弱势妇女生活扶助及支持，保障儿童及少年之发展与经济安全，促进儿童障碍者全公民及社会参与，简化社会福利评鉴制度，完善儿少服务及保护体系，发展绵密家庭支持服务网络，建构多元且服务品质稳定之托育模式。第四，提升食药管理量能，落实源头管制，保障消费安全。在药事管理部分，加强检视并修正药事法及化妆品相关法规，为促进食安管理并落实总统政见，积极推动食安五环措施，包括新创源头管制机制、重建生产管理、加强市场检验、
加重生产者责任及全民监督食安，落实三级品管。第五，关注弱势，协助自立，强化社工与志愿服务，体现公益社会。今年也发布了积极自立脱离贫穷实施办法，协助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户脱贫自立，共补助生活补助会逾25亿元，补助32万9127人受益。同时研修社会救助法，纳入食物给付的专章，严厉儿童与少年未来发展账户推动方案，并召开会议筹办相关事宜，投资弱势家儿童及少年的未来，避免贫穷的世代循环。第六，强化疫病防治量能，周延准备与应变，降低健康的冲击，成立国家黄梅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补助登革热避免传染病高风险县市的防治计划，并放宽登革热 NS1 快速诊断试剂的适用对象，提升病例侦测效能。105年至9月21日止，累计377例本土病例，境外移入病例共计262例。长病毒疫情截至9月21日止，共有21例重症确认，目前1例死亡。同时持续推动结合病人直接观察治疗计划，执行率达到96%。而自卡病毒感染已经列为第5类传染病，到105年9月21日止，总计境外移入的病例8例。第七，持续健保及国保的改革，共创永续健康照护及国民年金体系。自105年6月1日起实施健保欠费与就医权脱钩，就是全面解卡，并逐步推动分级医疗，短期内并将朝壮大基层医疗实力、微调定额部分负担及示范区域医疗整合方向来努力。在鼓励区域医疗整合策略上，规划以论人及论职计酬予以鼓励，让基层诊所及医院有好的合作机制，并研拟适当的健保合价机制及便民服务措施，同时办理专业双审公开具名的这个示范方案，自105年10月开始，先就医院总额部门的6个科来示范。第七，落实全面性健康政策，兼顾身心支持，追求全人健康，持续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正，加强化电子烟之管理与稽查，同时办理生育的保健服务，补助高风险群孕妇产前遗传诊断费用，全面补助出生3个月内之新生儿听力筛检，筛检率达98%，同时办理国小1、2年级学童恒牙第一大臼齿窝沟丰田的黄鱼，另推广食盐加活黄鱼，强化心理健康服务方案及自杀防治策略，及时阻止自杀个案。第九，优化保护环保网，强化三级厨艺服务，暴力防治更上一层楼，推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计划，提供家庭暴力被害人保护辅助服务约计32万人次。同时另外提供性侵害被害人保护辅助计10万余人次，也同时要完成目睹儿少受虐案评估辅助指引，及办理目睹儿少社区倡议及宣导。第十，强化生医科技研发能力，
深化国际组织参与，促成国际接轨。在105年第WHA 期间，办理59场双边会谈，就重要议题交换经验，并已成立4位顾问团。未来将使用第一代的语言发展所属医院二代医疗资讯体系，并快速取得并整合病患相关资讯，并另配合行政院推动亚太生技医药研发中心，发展我国生药的产业。本会即预定请大会优先审议之法案为长期照护服务法第15条、第22条、第62条修正草案，国家药物审查中心的设置条例，药物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化妆品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其上期大院鼎力支持优先审议，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以加惠全体国人。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教。好，谢谢林部长的一个报告。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询答哈。我们今天是不是每位委员询答时间8+2？哈，那如果是列席的委员是6+2，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可以哈。那我们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好，如果委员有书面的质询，请于散会前提出，逾期不受理。那我们今天询答完结束之后，才做临时提案的一个处理。怎么了？今天因为是整个卫福部的整个业务的报告。我们今天没有特别邀请，以后我们再弄一个专案好吗？哎，专案报告。下午请他们过来吗？可以来得及，我们下午请那个圆明会一起过来处理这个。好。那这边秘书，我们这边来联络哈。好，谢谢。那我们临时提案还是在整个询答结束之后才全来处理啊。那因为今天中午有程序委员会哈，所以我们预计今天的这个中午到12点哈，让我们去参加程序委员会，因为我们在与会，我们卫环委员会非常多委员是程序委员会的委员。好，那我们休息到下午的2点半。好，那我们现在是第一位登记的是林静怡林委员，我们请林委员。好，谢谢主席哦。我们请健保署李署长。请李署长。署长早哈。早。我本来看今仔日是蔡副署长啦，想讲过去的制度较侪较了解的吼，较爱负责的嘛是蔡副署长啦。结果我哪像恁健保署拢逐摆拢举你出来挡子弹吼。真辛苦安尼吼，不过还是要称赞一下啦吼。署长在这段时间以来，包含健保核三制度，例如开始在做改革吼，包括讲健保总额的部分，在这一次的审查里面，你们强化基层照护能力的部分，增加了2亿5千万呐。好，这类部分爱给你肯定，就是讲真正我确定讲署长你上任之后，有要积极推动分级医疗，好阿马贝。改善长期的这个核三不合理的制度，这个部分要真的要肯定署长。好，阿德西立马做行扣，你另外替你的下方下面的那个事务官出来挡子弹吼。署长，掉边，安尼蔡副一起来啦，麦币底下啦，没有他没有躲啊。好，位置不够坐。好，好，拍谁？好，署长是哎，麻烦署长来裁示啦。好，一些制度再来的变革，那有一些部分我们麻烦蔡副说明。好，来蔡副请。来，请蔡副，我想请问哦，我们现在健保法的43条，这一条到现在到底实施过了没有？43条里面部分负担基层跟医学中心的部分负担，这个部分实施过没有？43条的第三项一直都用第三项。第一项呢？第一项在健保。第三项是有特殊，第三项是必要时，所以你们实施了这么久都很必要就对了，第一项都不用做。第一项在健保开办的开始有实施。那现在呢？那实施了2个月之后就喊停。对。
对，那时候在那个情况下就是采了第三项，所以你就长期以来都第三项嘛，而且要每年公告，你们有每年检讨吗？一段时间有检，每年都有检讨，那一段时间之后，每年检讨之后都觉得分级医疗做得非常好。不是，因为我们第三项每年公告期金额我们要调整，需要健保会通过。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第一项一直不实施吗？因为当时那时候开办的时候，就是因为非有用。开办到现在二十几年了，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第一项不实施吗？因为我们每次要调整的时候，可能都有非常多政治政策的考虑，所以就没有回到第一项去实施。啊，那我们所以你们也不用修，就放在那里好看。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从监察院不用查一下你们吗？一个东西你们二十年了都不用做。好，再来。你不要在这边现在看那个东西，浪费我时间。我没有，我现在只是说。所以简单来说，健保署这二十多年来，你们从来没有照着健保法四十三条去调整，啊，也没有办法重新把这个去修正，你就是一直用第三项在那边处理。第三项实施很久，实施很久，检讨过没有？一直没一段时间都有检讨，然后也报健保会，然后你们觉得很合理，做得很好。做得好做不好，做得好做不好，就是，做得好做不好，看现在医疗分级有没有完成就知道了嘛。这个是你们规定的门诊合理门诊量的给付标准。好，明定这起医学中心。蔡副，你可以告诉我，如果像上面这个公式的计算，你可以规范某一个医师的门诊量吗？规范得出来吗？医院的合理门诊量用全院算，用全院算嘛。所以安内拉，我以前是教补习班呐，我教过数学啦。我们上面讲的，上面的这个下面分母，下上面分子嘛，分子越大，数值就越大嘛。你下面的分母不会变嘛？你上面你只要门前一年门诊量提升，或者你的病床数增加，或者你的专任医师数增加，是不是所谓你们认定的合理门诊量就会增加？是不是根据这个公式算？是不是你告诉我，是嘛？区域医院也是嘛？所以我只要想办法增加我的门诊量，我充完的量，或者我增加我的病床数，我不卡贼嘞，或者我多把我的专任医师算进去，你管不了我，对不对？你管不了这个医院的合理门诊量，对不对？合理门诊量是用全院算，这个是协商的结果。是嘛？那你告诉我，你先告诉我，这样有没有可能去规范或管制任何一节门诊的所谓合理门诊量？任何一节就是管制不到，管制不到嘛？医学中心你管制不到嘛？大型医院你管制不到嘛？好，东人啊，话再说回来，所谓合理是你们说的，到底怎么样叫合理？我们还有讨论空间呢。好，下一张。所以啊，刚刚说了。医师量变多，病床数变多，或者门诊量充量，我就可以增加下一次的门诊量的额度。大医院开始吃小医院，吃区域医院。好，这个大家都晓得了，越吃越多，越吃越远，从台中吃到台南，在台南吃回台北。再下一张，为什么开始吃区域医院？为什么开始吃地区医院？因为你的分级医疗坏掉了嘛。你的区域医院跟地区医院一家一家死掉，撑不住了嘛，就让医学中心来吃嘛。那这样会不会增加床数？会不会？你讲的是总床数还是个别医院的床数？你本来这个床是算在区域医院的，现在它被吃进去了，有没有算在医学中心里面？有没有？它如果是还是个别登记有个别的医院，它还是它变分院的时候呢？如果它是分院，就算在总院。是啊，分院就算总院嘛，所以我一直吃，我的床数就多嘛。本来你健保核出去给付会给付给区域医院的那个分量，你全部都会分给医学中心嘛。你健保有没有增加你的支出？不过您提的，你这边我不是用这家，我不是讲这家医院，我是说你这种大型医院吃的结果，我就可以一直增加嘛。下一张，你们怎么对待基层？清清楚楚，一个医生。在基层门诊，我看几个人，四十个人以上钱就开始变少了，八十个人以上少到完全不付成本了。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做法，同一个医生，我在医学中心，你管得到我门诊量吗？我看一百个，第一个跟第一百个给付有没有差？
要看全院算起来。你直接告诉我，你有没有办法影响到我？如果同一个医生在医学中心，第100个跟第1个有没有差？有没有差就是要全院算啊。对嘛，所以全院如果额度内其他人少一点，你就可以吃进去嘛。如果同样一个医生在诊所，他第60个的给付就已经少成这个样子了。你这个是在鼓励病人，还是鼓励医生在医学中心看诊？你这个给付方式是鼓励大医院，还是鼓励小诊所？20年，你们一直在搞这个东西，大医院你都拿他没办法。下一张，健保署，你们一直在捉小放大，小的你很好找啊，很好管啊，还合三人家啊，好很好合三啊。大型医疗院所你们怎么处理？小精灵拼命吃嘛。我们未来就是这种大型医疗院所越来越多，大型的连锁的中型的全部都坏掉，然后小型的基层医疗让你们管成那个样子，苦哈哈。健保署，你们这个部分，你们过去以来，你告诉我，过去以来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做医疗分级？有关医疗的这些他们的联盟，或者是他们的合并，或者是他们的，简单讲啦，你都没在走啦，你的制度错误导致现况错误嘛，导致现在的这个分级医疗错误嘛。你们能不能管挂号费？根据你们的说法，挂号费不能管啦，就主以为啦。下一张，所以就怎么样？我如果是比较大型的医疗院所，我吃得了这些成本的话，我就挂号费免啊。免的结果是什么？医学中心出来吃的区域医院，它的挂号费比诊所还要低。你这样怎么做分级医疗？你告诉我，还可以开车去载，你要不要让诊所活啊？你们的分级医疗怎么做啊？跟委员报告哈。健保署的全责哈，第一个挂号费不属健保给付。你真侪拢是讲你免管呐 啊，那个是你们的特约医院，好讲起来不能管，对不对？来再来。另外就是你们自费，你们倒是可以管呢、欸，不是健保给付的东西，你们又可以管呢、欸。下一张，如果今天人家是外国人来看病，还要跟着你台湾，只能拿低贱的健保给付，健保给付乘以两倍之内耶、欸。你刚刚讲的挂号费不能管，每个诊所你通通都不能管，你倒是自费的额度你管得很严啊。什么叫你不能管？没有健保身份的外国人，我们他的医疗费用我们也是没有全责。你们自己写的，2013年你们公告的健保给付的对象的话，如果健保没有办法符合，如果是有健保给付的项目，你某些状况你要收自费，你的上限还是两倍以内。不要跟我说你健保署都不能管啦，你们有权责啦。下一张，最后这个我要赶快跟你做处理。你告诉我，你们分级，你们做的这个居家照护，你们都说要刷卡上传嘛，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完全没有出现过刷卡障碍的比例有多少？我们有关居家医疗部分，我们已经完全简化了，刷卡是不用刷卡了。你骗我。我们已经把公文给所有的院所。你们是让人家用那个叫做异常代码处理。异常代码就是不用刷卡。啊，明明不是他异常啊，是你们要求一个人家做不到的事情嘛。我们统计起来，根据我们拿到的报告，做的问卷里面认为完全没有刷卡障碍的。下一张 ，Mandy 人的门靠拜提供的，只有不到1%啦。你健保署作为一个制度，让人家不用在门口拜，让人家在门口拜天公，只有不到1%的人可以达成你的要求。跟委员报告有关居家医疗，我们确实最近行文给院所，他是可以选择不用刷卡，也不用。署长可不可以这样子？尤其是偏乡愿意做居家医疗的，连给零钱钱都不搞。这个部分不要再让人家用什么刷卡带健保卡回去，什么异常处理，结果搞了半天，你们到时候要检讨人家90%都异常申报。那个指标全部都取消了。你们现在怎么处理？居家医疗的部分，第一个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报备那个部分已经取消了就是不用报备。第二个呢有关要连线刷健保卡这部分也让。去的医师自己选择，他如果可以刷，什么自己选择了，就是刷不了嘛。他就是1%不到的人没有障碍嘛。他可以不用刷卡，謝謝。然后呢，怎么申报？就是回去申报啊。我们会接受他
没有刷卡也可以申报。署长，以后这样子啦，如果他到时候出现申报异常，你们健保署的人下去帮忙他们报好不好？好，我想委员，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这个分级医疗部长跟我们都已经很积极的在处理了哈。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其实我想健保署的同仁不会说这个本意全责不是我们的那个，我想各个单位。大拜龙搞阿公不是恁的，都要互相沟通啦。啊、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会努力去做到，因为这个不管是医师是我们那个健保署都会去改善。好，好，那这个部分署长可不可以麻烦你最后才是，就是说分级医疗的部分，在这个居家医疗的部分，这个制度，好，你们重新改制度，不要让人家每次在那边办提供，好不好？好 ，OK， 好，不要让叫人家什么用异常申报来处理，那个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你们自己制度的问题。好，我懂。好 ，OK， 谢谢好，谢谢署长。好，谢谢林静怡委员。居家医疗的那个拜天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也请署里面赶快来解决这个核销的一个问题，好，谢谢。来，接下来是刘建国刘委员。谢谢主席，有请部长。哎，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我等一下再马上赶回去。有很多的紧急事情要请教部长。明年2.0长照2.0开始实施，那对机构、安养机构、护理之家等的要求了哈，基本上就像我为什么要赶回去的理由，因为云林是今年这次灾情最严重的哈，就是龙笋的灾情，还有失电的，停电的，停电也是最严重的。那长照机构如果在大楼里面，它其实电力的供应也是跟一般大楼住户的供应来源是一样。那万一整栋都停电的，长照机构的 SOP 怎么做？那如果在乡下地区比较有所谓的独栋的这些安养院，它的 SOP 又怎么处理？万一没电的，没电，停电了。停电。好，这个有没有一个 SOP 啊？好，这个先请署长回答。好，跟委员报告有关，如果有遇到天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灾害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措施啦。那他，我们都要求这些老人福利机构一定要依照这个 SOP 来做。你可以简单讲一下 SOP 怎么样？譬如说，如果碰到他是有被预警，是需要赶快撤离的，那就要赶快去由社会局这边去协调。那是有预警 的，嘿，那如果没有预警也一样要赶快去通报，然后去协由社会局处这些相关单位去协助安置这些长辈，如果有需要把他迁出安置到别的单位的话。那如果这个长照机构基本上它是在大楼，都会就一般都在大楼嘛，对不对？对啊，很多大楼都停电了嘛，他要怎么处理？他可能在等待嘛，等待台电来复电嘛，对不对？嘿，一天、两天、三天，然后到第四天没动力啊，所以他就要提出刚才陈律师讲的那个程序，是不是这样？基本上如果说因为今年开始消防署这边有一些的作为啦，就今年开始消防署，以前通通没有消防署，以前通通没有作为，在应变中心这边会有一些的处理。对啊，对啊，怎么处理嘛？是从今年开始，所以以前都没有处理。所以如果说像前阵子的停电的状况是这样，一天、两天、三天，甚至到第七天，所以住在长照机构里面的住民，基本上他必须抽痰，所以七天就不需要抽痰。不会，这个都有紧急供电的这个相关，譬如说没有发电，这是你讲的。一般是要求要有了。是在设置机构里面，他就必须要符合嘛，对不对？必须要有这个紧急。但是我遇到两三家是独立的，他基本上停电的，他也跟着就停电的，那怎么办？那这个我们要，那你现在可以跟我保证说，全部的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有符合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当时在设置要点里面就有明确的规定，他必须要有在停电过程里面要有供电的相关的一些应变措施。设置要点里面是要符合消防跟建管的一些要求啦，就是还是要符合公安。消防跟建管里面有所谓的供电的配备，有所谓的停电之后的 SOP。目前是没有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处理。不过，我想对于这个机构来讲，他们一般来说应该是要有。为了要维系你的应该是怎么样？你的应该是公部门要求规范，还是你现在觉得应该？就像你刚才答复我的，消防署今年才开始，
所以以前都没有开始。我们是有要求他们一定要有复合式的灾害演练，要有那个依照这个，不管是震灾、水灾，或者是这些相关的停电的这些措施，要有一些应变的一个作用。对，有什么应变嘛？平常的训练是什么？平常的训练是 SOP， 就好比说他可能我刚才讲的，他可能停电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都没有办法在预估的核实护电的情况之下，这个 SOP 是怎么做嘛？不过一般来说，就是它会有紧急应变的供电的系统。如果机构里面每个机构都有，可以；如果机构里面没有的话，也可以通知社会局处这个灾害应变的部分，他们会有一些可以去协助了。你确定所有社会局处的人都可以马上支援到这么多家的机构？如果刚好那个是蛮集中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特别在强调嘛，可能某一个专区、某一个老人的这个长照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未来嘛，对不对？长照二点零如果一旦推动之后做得蛮不错，或许有更多的、更扩大的，甚至于什么巷战啊、什么什么什么都会有。那个时候要抽痰，那个时候可能要有。氧气的供应，他那个时候可能要怎么样？这个平常的 SOP 有没有在做训练？这第一点嘛，对不对？第二点，你知道吗？哦，当像这种台风来，不只是失电，停电，哦，失电是开门电都失电了，哦，嘿，那个没有电，还有可能很多他必须要有这个发电机，发电机做什么？它还有抽水的功能，有些地方可能淹水。好，所以他很多地方都必须从县市政府的应变中心去调度嘛，对不对？请求支援嘛。那万一像新北市、台北市，他比较集中在大楼里面的，他可能有几家的机构，遇到了停电，而且时间蛮长的，熊熊调不出更多的这些供应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那个供电器的哈，对啊，怎么处理？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之前也有类似像身障者的这个部分也曾经找县市来协调过了哈，那这个就是希望说在供电的如果有遭遇停电的时候，那我们希望能够再有一些紧急应变的那个发电机哈，能够来协助这些需要用电的机构哈，能够去做一些的处理。我遇到两个状况，我可能要给部长跟署长做参考了哈。有一个就是也好几年前发生的，好，它是有事先预警 ，OK，某某地方几点到几分，我们台电公司准备要停电，好，请住户要特别来准备因应，哦，好，结果那一个长照需求者，他是聘了一个外劳。他家庭的那个子女基本上都在外面上班，好，然后那个外劳听不懂那个国语跟台语在讲什么，所以就没有管他，出面隔壁嘛无甲讲，结果就产生很大的纠纷，应该是五年前、六年前，这是一件事情，这个有预警啊，但预警语言不通啊，听不啊，所以有预也没有警告到啊，结果那个人是已经再见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一阵子的停电，其实基本上，哦，林院长这几天有先说速度有比较快了一点点，啊，只是快了一点点。像云林这个地方，几乎还有好几万户都还没有办法护电。我在这个中间也接受到有新的安养机构在跟我求救，他们没有电怎么办？我当然会跟你们答复的道理一样啊，你要把当地政府爱。先求支援嘛，对不对吼？啊，你发电机啊，我应该原本来准备好编啊嘛。嗯，啊，你若碰下无把这代志拿去为你的英文内底的思考，你煞无在搞赢啦。好，这是机构可能越来越多，可能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它就是有一定的数量，它有都会里面的，有乡下里面的。我还跟你讲，你要不要相信？连医院都在停电了。我不好意思讲哪一家，我们云林呢，啊，蔡副市长的故乡啊，想念啊，在我的经验里面，在我的印象里面，像这医疗机构，像这个长照机构，它基本上就必须要有应变的措施嘛，对不对？应变措施如果真的不足的话，当然政府就要来协助支援嘛。啊，已经第三天了，
还在期待赶快要护电，那当然 那当然无可厚非嘛。那我问他，你们没有去调发电机吗？一空空调调调啊，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地方很多很多的状态，只要一旦停电，都需要发电机。因为云林县有很多的大型的冰柜，哦，冰储，冷冻柜，因为做什么？冰了很多的蔬菜，冰了很多的这些食品，所以当他们停电了好几天，这些的经营者他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大家也要修清发电机。那过去饮水，大家买你修清发电机，所以有的县市还要从别的县市去调发电机去做支援，去调抽水机去做支援。所以我才觉得说，哎，怎么到现在还有这种问题？而且我提醒的，它是一个新设的机构，而且不是只有一家，而且不是只有一家来对我，还是对周遭的。政府也好，还是对周遭的那个地方的民代提出请求。哎呀，啊，当然台电也会以这个最优先嘛。但是有时候馈线断了，大电灯了，对吧？都不是讲我去那个吐些保险丝开关，那一栋就可以供电的，不是这个样子啊。有时候是整个线路嘛，所以他可能一等，有时候也是一天，有的时候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抽痰你那边抽啊？”伊煞袂晓搞赢啦，我相信绝对无抽的啦。啊，无伊是要怎要家桥倒摆，还是开车再去病院附近去马上做紧急的安置？我看也没有啊。哦，确实有这些问题的。我是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步骤还是整个程序应该规范得宜了，好不好？部长、处长，谢谢委员， okay, 我们再来好好规划。谢谢。好，谢谢刘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洪慈庸洪委员。主席，请部长。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早。好，部长，这次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哦，停班停课。好，那其实这几天哦，其实网络上或是媒体哦，一直在讨论说，台风天的时候，到底医院要不要放台风假的这个问题哦。我们现在部立的医院的做法是什么？部立医院，其实我首先要跟委员报告，对这三次的台风，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真的，牺牲他们自己，然后为我们全国民众健康把关，致上最大的谢意跟敬意。那这个目前这个台风假医疗的部分呢，是根据医疗法，它是在急诊跟住院是要派驻这个医师人力，但你。至于这个门诊呢，我们希望各医院呢，在考量这个医师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这个需求，因为有些门诊是有需求，像有些慢性病是不能停药的，或者洗肾也在门诊部分，这个做一个取舍来做妥适的安排。好，来，就像部长你说的，我们以27日哦，这个风雨最大的一个时候来看哦，其实台北的医学中心跟一些大型的医院哦，它其实都已经停止一般的门诊，那它有开立的是台风的这个特别的这个门诊哦，那急诊跟住院当然还是有存在，好，但是台中来说呢，其实这些大型的医院哦，它都是维持正常的一个门诊的哦，那以往这个会放台风假的这个。中榮他这次也是维持正常的一个看诊哦。其实我认为说，这个病患的一个权益跟这个我们这个医护人员的一个这个权益哦，其实是可以互相去兼顾的哦。那但是我们现在搞得好像一国很多制哦，台北的这个状况是这样，那台中又有另外的一个状况哦。那我是想要问说，卫福部针对这样的问题哦，有没有去思考过要怎么样全面性的去做一个规范跟管理？这个。基本的，刚才就跟委员报告了，这个急诊跟住院一定要维持嘛，那门诊的部分就各医院还是自己去看他各医院的情况，因为是慢性病，有些真的是已经要到了，那或者是这个有些部门呢，在门诊还是需要。我觉得做一个原则性的宣示就可以，那还是让各医院自行去做。处理，所以未来还是会有一国很多制的状况哦。那好，我们就讨论到说台风天去上班哦，如果说遇到职灾哦，因为现在我们医生也没有劳基法的一个保护哦，所以如果医院他没有去负起这个责任的话，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受伤了，其实医生他就要吃自己，然后要自己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哦。那上次协商的时候，我们次长有提到说，现在卫福部因为要109年才会纳入这个医师才会纳入劳基法嘛，哈，你们现在的规划是这样。好，那有先要说要让医师先试用职灾的一个保险的部分哦。那这边的法条有出来吗？还是你们现在有其他的想法跟做法？有，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是108年9月1号纳入。那目前当然，等一下请施市长跟他报告。我们这如果真的有必要，这委员多支持的话，这个可以提早纳入这个职灾的部分的保障而已的哈。我想这个法条也有在眼里。哎，市长来，有法条吗？还是你们有要用其他的方式？跟洪委员报告，在上次这个党团协商之后，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我们打算要修正的医疗法57条1、2、3的草案，已经送到各党团的委员办公室了。所以我们已经有初步的条文。那最主要是第一个呢，57条1修正呢，那么医院必须要跟这个医师订工作规则，工作契约里头要有一些相关的规范。那么包含了刚刚提到的有一些退休金的制度啦，有一些例休假的规定。那第二个57条2呢，就是职业灾害的这个保护呢，就准用呢这个劳基法的规定，是有这样的文字。来，次长，所以你们现在还是打算要修医疗法？在还没有纳入医疗法之前，我们可以还没有纳入这个劳基法之前，我们先修医疗法是可以的。好，来，所以我今天可以更确定说，你们这个部分是要用医疗法先去做职灾的一个保障了哈。好，这个是你们说的哦，因为上次协商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是各委员有提供意见哦，是不是说先用什么其他保险的方式来先做一个处理哦？那表示说这个意见你们基本上没有要采取了哈，还是要用医疗法哈？那这部分我们后面再做讨论。然后，那我再来要问的是评鉴的问题。好，在9月20号是不是有召开一场叫做106年医院评鉴基准草案的一个交流会议？部长，跟委员报告，我们一共召开了，在我们修订评鉴之前，在7月份就开了2场的交流会议，然后在我们草案出来之后，在9月20跟23又召开了2场的交流会议。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哦，你们在这个明年的这个评鉴哦，是不是有打算要把医院的这个人力配置的这个标准哦，包含护病比都拿掉？跟委员报告，我们在9月26号有在召开研修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呢，那有这样的共识。第一个呢，我们这一次修订的医院评鉴基准是适用在区域级医院跟地区级医院的评鉴。那么在除了护病比之外的所有医师人员的人力条文呢，我们把它整理完之后，对照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呢，我们才会从评鉴条文里头把它拿开，然后用持续性改由持续性监测指标每月监控，然后交由卫生局去做查处。那么至于护病比的部分，我们会保留。护病比会保留。等一下，你刚刚讲了一大串，所以简单的说，护病比之后在评鉴里面到底会不会继续存在？你可以比较简单的说吗？护病比会存在，会存在，不管是你刚刚所说的区医院、地区医院或者是医学中心都会有，都会。好，所以那个是谣传，之前的这个新闻是谣传。不知道是不是谣传，我们还没有公告。OK， 好，这因为这件事情哦，因为你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所以当然外界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哦。那你们的新闻稿也在回应说，为什么要用？就是线上登录这件事情哦，那你们回应说，因为一直就是外界一直质疑说医院的评鉴会有这个资料的一个造假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你们改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但是我是觉得蛮纳闷，如果说我们都怀疑说这个评鉴这么深入的一个就是一个调查的时候，如果这样都能够去美化数字，都可以去作假，那你用这个网络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登录，到底有没有用？好，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啊。好，那今天这个医测会的一个预算解冻报告哦，在969页的地方哦，这边也有提到说要增列外界关注的议题，它包含了护病比跟住院医师工时啊。那我今天确认哦，如果说未来护病比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指标哈，还是存在，那 OK 好，但是如果哈你们有要把它拿掉的意思哈，那我是认为是万万不可哦，因为这是
这个人力资源是这个医院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哦，它能不能安全哦，都是看这个指标哦，所以在这边再一次的叮咛哦，不然这样的就是政策跟你们现在这个医测会的这个报告哦，又相违背了哈。那再来哦，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刚才在讨论，就是医师纳入劳基法哦，之前有提出了十大的一个配套措施，当中有一个大家比较有疑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共识的是专科护理师这个政策哦，那目前的专科护理师的一个人数跟未来的规划，大致上是怎么样去安排？跟委员报告，目前呢有办理职登的专科护理师大概在5700名左右，这中间呢，将近有。56% 是登记在区域医院，30%呢是在医学中心，不到10%呢是在地区医院。那么所有的专科护理师的来源呢，就是由护理师，那么经过一定的时间的经资历，那么以及训练之后，才取得专科护理师的资格。那么所以在未来呢，医师纳入劳基法，那么需要增加一些医疗的辅助人力上呢，我们是除了专科护理师继续培育之外，也希望多一些其他人力的来源。好，所以其他人力的来源包含了一个叫临床助理，对不对？是。好，那当然临床助理这个大家争议比较多，当然在你们的规划里面是讲说他要协助医师去执行医疗的服务跟相关的行政作业哦，就有一些 paperwork 的东西要请他们来做。好，那当然很多的资方代表就出来哦，鼓手叫好哦，说这个医师助理非常好，很支持这样的政策哦。当然有一些基层的一个医师跟这个护士呢，他们就非常的反对哦。我想要确认一下哦，临床助理跟外界所说的医师助理哦，市长你有跳出来说哈、哦，就是都是一些谣传哦。那你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哦，清楚的去说明说这两者的一个差异？在这个我们专科护理师呢，他是依据护理人员法所设立，所以他还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职业能力，那么也可以当作负责人。但是如果是未来我们立法通过的这个临床助理呢，就只能够职登在医院，而且是在医师的监督下来执行医疗业务，所以不具有独立职业的能力。好，那所以跟我们这些就是资方的一些代表跟医界的大佬，他所说的医界助理，到你跟你的临床助理的概念是一样的吗？我不晓得他们的认知是什么，但是我们的政策是很清楚。好，你的政策是很清楚，所以这个是卫福部未来想要推的。是。那财团想推吗？我们是为了在纳入劳基法之后，第一个冲击是到住院病人的照顾上是会遭受到最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的来补充在医院照顾方面的人力。好，我最要说的是，这个临床助理其实在目前在医界的讨论其实是非常多争议的，那专科护理师是相对比较没有争议的，那如果说没有争议的部分，我希望说卫福部这边大力去推展，然后那如果有争议的部分要尽可能去做沟通，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基层的一个人员是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在帮医院节省成本哦，那是不是让秘医合法化哦，那这些都是大家的疑虑，所以我这边今天再特别提出来哦，希望针对这样有疑虑的方案，卫福部要再跟外界多做一些沟通哦，跟解释。我们继续沟通，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委员。好，谢谢洪委员。我们接下来是陈一鸣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部长？林部长，委员好。好，部长早。是。好，那首先呢，我想部长记得上礼拜五我们在院会的总质询的时候我有跟院长还有部长就教于这个细型肝炎药物治疗的部分啦，也就是在上礼拜五，其实在健保署也有关于这个吸肝治疗的一个费率委员会也争论不休嘛哈，前放下一张，好像两边的争议就是说，到底这个吸肝的治疗，大家都觉得说吸型肝炎是一个国病了哈，是应该要有经费来治疗，只是到底是要从其他的这个部门的预算，还是要从健保的这个医院总额来好。来，他有点争议。他听说两个方案都一起要送到我们的部长这边来做裁示嘛？请问有裁示了吗？
报告员，这个案子还没送到部里来，哦、那我会请他们详细的报告。好，没有送到部里来，那代表我还可以稍微对这件事情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了哈，也希望部长能够听得进去了。请放下一张，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当然行政院这边也提出来，他说要对于烟捐要做烟税要做调整了哈，烟捐烟税要做调整。大家看过去，其实从1987年到现在，烟税是都没调的，还是11.8块，好，就是每一包，但是在烟捐一直在调。5元调到10元，调到20元，最近一次是2009年，好，都有在调烟捐，烟税收进去就进了国库了。烟捐事实上是卫福部的部长是可以去决定他的这些要来使用的范围嘛，对不对？好，请放下一张。所以在上礼拜总咨询的时候，其实我有跟林权院长哈来做了一些讨论啊。那本席其实是希望说，既然是烟捐，如果真的要涨这个5块钱的话，大概将近的收益会有50-60亿，差不多嘛哈。啊，烟捐如果涨5块钱，大概收益应该会有50-60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专款专用到两个很重要的法案？一个就是我们的细型肝炎治疗的10年的根除计划了，因为现在健保都有一些争议，费率的争议啦，或者是从哪个部门来，所以如果烟捐既然是我们抽烟当然危害的就是得到的就是肺癌吧，但是广义的讲可能整个的癌症的防治筛检是很重要，也是过去烟捐常在也在使用在我们国健署的方面嘛，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烟捐如果真的要去征收这5块钱的话，可以用在我们细型肝炎的防治的10年计划里面。当然更重要的希望我们的部长还有我们的李署长能够好好的把关，在经费上面呢能够去跟国外的这个药厂最好的这些药的药厂能够好好去谈一个 package， 这个 package 是要跨部会署的，能够让不是只有健保署来做细型肝炎防治，重要的 CDC 好，然后食品药物管理署、国民健康署也都能够去做这些事情了。那当然另外一个本席一直很关心的，也是跟我们国民健康署的国家疫苗接种政策的，就是子宫颈癌的这个接种政策啊，因为过去邱淑媞署长时代，我跟他讲过很多次，他都不听我的话了哈。也就是甚至包括我们邀请了 Dr. Zuhausen 哈，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到台湾来，我们也做球给他啊，做球给马总统，他们都不听，为什么？就是他们觉得说，如果有一个子宫颈癌的疫苗接种政策，会什么？会图利于厂商，拜托好不好？我们讲的是政策呢，政策是什么？是一个就是家长们，甚至各县市首长，甚至各地方卫生局都可以有所依归的一个国家接种政策，子宫颈癌疫苗接种政策非常的重要，也不会花超过10亿。真的希望我们的署长，好，还有我们国健署新上任的署长，我们的部长都能够好好来考虑这一点的哈，谢谢。好，那我希望部长能够回去，是不是可以在几个礼拜内，2个礼拜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一点支持吧？好吗？吸肝的部分吗？吸肝跟 HPV 的HPV 子宫颈癌的接种政策，我先找个时间来跟那个委员。不要了，我们就是这边都是大家都看得到，这个 live broadcast 嘛，对不对？现在是正式的那个我们的咨询，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好不好？就是能够有一个 commitment， 有个承诺嘛。这个烟捐要用，也要用在刀口上，不要再去当做 pocket money， 什么长照刮一点，那边刮一点的，不要这样子做。癌症的预防、筛检、疫苗接种、治疗计划。就是很重要的烟捐，就算是你要新政府要涨这5块钱，会让很多抽烟族不爽，但是用在这边，我相信没有人会讲话，可以吗？我们部长会，我也回去努力的。谢谢，好，请放下一张。在上次咨询的时候有个部分哈，没有时间讲，那今天呢也趁这个机会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高雄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那空气污染的问题，其实高雄是比六轻就是云林那边还要严重的多。你看，我们在林园工业区，就在园区的外面墙上
一些学童被他们学校的老师好带去那边画这个美丽家园，而问题是家园是否美丽，整个空气污染的状况。所以其实地球好有一个地球公民基金会的王敏玲王秘书长，他说相较于在台北市的学童出门看到的就是 7-11， 我们南部尤其中南部的这个小朋友他要上学的时候他看到的都是大烟囱，都是大烟囱。就像我们林权院长说他上以前读书的时候他一出门闻到的都是橡胶味。好，下一张。所以其实空气品质不良的状况高雄是比六轻云林要严重的多。好，请看放下一张。而且呢其实你看到我们高雄几乎就一二三四五轻包围 北高雄，好，就是有一二五轻，好，还有高雄的炼油厂。南高雄，好，在这个林园工业区，好，也有三轻跟四轻。请放下一张。从这个统计上面来看，这个是环保署的统计，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侦测站不管是苯、乙苯或者是这个 二氧化硫的浓度都是，哦，左边绿色的比蓝色的要高出很多，哦，像 二氧化硫也是一样，哦，2006年到2015年整个的数值都是云林轮倍的两倍三倍以上，哦，下一张。所以这边呢其实我希望，啊，我们的国务院能帮帮忙了，救救高雄人了，数字会说话了。许厝国小不过 involved 的牵涉到的是七十几个学童，我们现在这边讲的是我们大林埔北高雄左营南子仁武大社这些居民每天面对的问题。那既然院长那个时候好部长也有承诺说要帮六轻那边的学童抽血，好，请国卫院去验他们的那些数值嘛，这个就是污染物质的数值。那是不是这个方案这个研究计划也能够延伸到我们的高雄市，可以吗？可不可以请国务院这边好也能够把数据做出来，那数据做出来我们才能够用来做我们的预防医学很重要的部分，啊，可以吗？这个报告委员，这个云林县的部分呢是应县政府的邀请我们来协助了。对，那目前我们协助他们，所以你意思说我要去请花妈 出来才有办法，不是，这个，你们才愿意就范吗？不是，不是就范的问题，是我们这一次那个六千那个是，对，我们自己做幽灵，而且是做健康检查的。对，那是不是做研究计划？卫福部，欸，我知道。好，欸，那健康政策不是研究计划，欸，那是不是应该扩大范围？我们高雄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就看地方是不是有这个，因为我们只有协助的角色了。这一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拜托花妈编预算给你们做，是这样子吗？这个或者我们的于信思于院长也是我们高雄医学大学前任的校长啊。于好，委员好，哎，可以吗？你们有没有钱可以做这个东西？现在监会的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因为这，啊，我上次有帮你们解冻一些预算呢。就是在环志组啊，对不对？你们那钱被那个吴坤玉动了，吴坤玉委员动，我就帮你们解冻啊。谢谢，对不对？主持，我们还是在野党，哎，我们帮你们执政党解冻预算。那现在拜托一下，这个其实是全民关心的问题嘛。我们那个南部这么多的学童，也要做一下健康侦测啊，才有办法用当作数据，才能够要求预防医学的东西嘛。那不然的话怎么办？每天戴口罩吗？那子报旗升起来的时候就是到教室关在教室里面也不是办法嘛，对不对？委员讲的非常对了，我想我国务院现在在做的除了这那个在调查以外，我们和环保署也一起的。环保署部分我会环保署去跟李议员咨询，可是卫福部的部分请卫福部能够帮忙，我想好不好？这个实际的情况我请那个说郭所长来给你答复，他已经在麻烦一下郭所长，你上次那个预算那个的时候你都没来，你出工了啊？拍手掉，是啊，啊，我们都有帮你跟那个吴坤义委员说相，哎，他都不听我的，哎，我们他还是要动你的预算呢，那個。对，我们还有三个计划还在哀动之中，还动哀动中哦，哦，那不过那个我想是这样说，对，那个以云林所做的东西，其实在
最主要是做 human 的 biomarker， 就是那个生物指标。我知道。那生物指标有了以后，应该要做很好的环境评估了。是。好、哦，那、啊、现在是环境评估有看到有一点高，但是还没有超过法令的高，所以这个已经环保署跟他联络过。这个我很清楚，嗯、但是你不要推到环保署身上。大家都知道说，生物指标其实是比这个环境指标更重要，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这个 susceptibility 嘛。我也是教这方面的，我当然知道啊。每个人的肝脏的去毒的反应就是不一样嘛，这时候就基因多型性的问题，所以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只要吸一点点的这些污染物，他就会很严重的变化，而且他可能有些基因型就是很容易会产生肝癌啊，要不然为什么林声祥为什么他要做一条歌叫做阿爸金照，他就是希望那个歌其实就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得到肝癌死掉之后，他爸爸梦见他的小孩跟他讲说，阿爸金照不要再待在六轻那个地方，不要再待在云林的地方，他每天开着他的拼装车远离家园，难道你要我们高雄市的民众也远离家园吗？那在还没有办法迁村的时候，大林埔有两万多个居民住在十个里里面，他们每天呼吸到的就是这样子的空气啊，你没有办法去行行好，去帮他们做点生物侦测，跟他们了解一下他们身体的反应吗？没有，不需要多少钱，不然我们来募款好了。啊，国卫院，那我们尽量加以规划啊，但是国卫院一定要有 IRB，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限制。IRB 好，没问题。我们你如果需要 IRB， 请你来跟我们高雄医学大学来申请，我保证你很快拿到 IRB。我们一定会配合你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高一有一个环境医学研究中心，应该可以密切来配合，好不好？可以吗？我们，余院长，还有部长，可以吗？我会尽量配合。谢谢，好，谢谢。谢谢陈怡明委员。接下来是蒋万安蒋委员。谢谢主席啊，是不是可以请林部长？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今天我这个看了卫福部的这个业务报告，那这边书面报告里面，其实在第48页提到关于护理改革中长程的计划，那里面第一项就提到合理人力的配置，减轻工作负荷，那护病比资讯要公开化。研议法制化的可行性，所以我在这里啊，想请教部长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护理人员非常的辛苦啊，有血汗护理之称哦。那不管工时长啊、薪资偏低等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那很高兴部长我们在业务报这个书面报里面也提到了整个中长期的规划。所以我想最主要啊，台湾的这个护病比。跟其他国家比起来非常的严重、哦、那像这边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护病比的这个比例、哦、相较于不管是欧美甚至我们邻近的国家都非常的严重，那所以最近、哦、7月20号卫福部也公布了2015年、哦、各医疗院所的护病比的资讯，的确、符合我们书面报里面提到的相关护病比资讯公开化，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一个任务。那我想首先啊，对于这个护病比，我不知道部长知不知道国际间啊最佳的一个护病比的比例是多少？大部分都是希望用这个1:7做目标了，但是有的国家比1:7还要低。嘿，对，国际间的这个认为啊，认定最佳的护病比是1:6。好，那其他国家包括像美国是1:4。日本大概1:7左右，那我们的医院评鉴的基准是1:9，那这一次7月20号公布的护病比哦，当然这些资讯哦，我想很好、哦、我们把资讯公开，可是还是有一些不够精确，比如说目前都是这些医疗院所自愿填上这些资料，所以没有一个监督审查的机制。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关于这些护病比其实。很多医院
它其实是把护病跟护床比哦，并没有很精确的分清楚，所以这个数据哦，各家医院在比较上面是不够公平哦，没有一个标准。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护病比的这个时数哦，它是全班护病比的一个平均下来，可是实际上哦，并不是三班护病比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哦，比如说白班、小夜班、大夜班等等，其实平均下来可能看起来好像还好，离国际间的标准1:6没有差太多，大概1:9左右哦。但是我们如果分开来看，大夜班、小夜班的情况，可能甚至到1:16，甚至接近1:20，非常恶劣的一个劳动条件的环境哦。所以关于这部分啊，部长，未来在这些资讯上面有没有一个监督审查机制，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个护病的资讯是正确而且精确的？这个部分我们想要来委托这个护理团体来做这方面的，但是各医院呢，他敢报就要自行负责。那同时这个护病比因为是跟这个健保几乎是做联动的，而且我们希望在这个里非常希望这个护病比联动的话，这个集聚要拉大，这个效果才会放大而且甚至扩大，所以这个我希望这个方向来努力。好，对，部长提到其实我们的方案就是说跟这个健保给付有联动支付、哦、这样的一个计划，那的确未来希望规划可以把这个集聚拉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可是也因为跟健保给付联动的话，所以很多医院在自行填上这些护病资讯的时候会刻意的美化，我想这个部长也很清楚、哦、所以未来我觉得需要规划一个怎么样监督审核，就确定医院报上来的数据是确实的，而不是经过美化或是虚伪的这个呈报、哦、我希望这个卫福部要这个严加的来把关，好不好？好。那另外、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书面报告这边也提到，除了护病资讯公开以外，也研议法制化的可行性。那我想这个是本席非常关注的、哦、所以我想请教部长，护病比入法、啊、法制化的目前的进度在哪里？好，这个护病比入法有三个法，第一个是设标设置标准，第二个就是在健保法里面，第三个就是在评鉴里面。那这个目前我们觉得最好的最合适的一个法呢，就是放在评鉴里面，所以这一次我们评鉴的研修，因为周一已经是最后一次他们研修，那报告建议也很快就上来，他们的建议是护病比在这个评鉴条文里面要保留下来。所以部长，这个院版的草案什么时候可以送到立法院？这个评鉴不应当，我想如果只是放入评鉴啊，其实我先法制化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立法将护病比哦、明文规范、嗯、那这一部分卫福部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嘛，目前在研议、嗯、可是我想目前国际间包括像美国的加州已经入法了、嗯嗯、澳洲的维多利亚省也已经入法、嗯、我想未来护病比入法是一个趋势、啊、那卫福部这边也知道要研议，所以我希望说目前进度以及未来什么时候可以送到立法院来。这个目前因为前两个法才需要到立法院，这个医院评鉴的这个条文呢，事实上就公告就目前呢已经不会把这个护病比拿掉，这个条文会持续保留，而且还是跟健保给付做。对，那未来我希望前面部长您刚提了两个法，未来怎么样将护病比入法呢？第一个设标哈、哦、是不太合适，就是因为它一直在变，那设标就经常要改变。经常送到立法院来很不方便的哈。所以部长认为说目前并没有规划要将护病立法。这个立法就放在第三个，我说有三个地方就在评鉴里面。我想不是说在评鉴里面、啊、我说希望法制化的这个所谓法制化就是说希望能够有法律的位阶、嗯、然后法律明文规定我们能够各个医院各个层级的医院都能达到一定标准的护病比、啊、虽然说一开始可能不需要到国际的标准1:6，可是尽量朝到这个也许1:7这样的目标、啊、所以能够把它法制化。可是听起来部长部里面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只是把它放在医院评鉴的一个项目嘛，目前就有在做啦。那之前有人传闻说会把护病比拿掉，会把它删除、嗯、那部长您这个不会删除？好，不会删除。好，那接下来我想请问部长啊、嗯、这个
关于长照裁员的部分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那今天啊，原本院会行政院会会要讨论啊，所以部长你可以说明一下，目前我知道纪念政策是调涨遗赠税啊，财政部那边也公布了，可是现在啊，有说要调涨烟捐跟烟税。那部长，您知道这个方案是确定了吗？报告员，今天的行政院是没有讨论到这个长照的裁员。好，那部长，目前啊，我们看到确定采税收，而且会调涨遗赠税，遗产税跟赠与税，以及未来要开征调涨烟捐跟烟税。那部长，卫福部预估这些税收大概会有多少？这个如果是遗赠税，大概是60亿。那这个烟捐烟税如果合在一起算了，不管是烟捐也好，烟税也好，那就看调整。如果是10块钱的话，大概有快到100亿。100亿加上60亿，但160亿。可是部长，您知道根据卫福部的预估啊，长照预算要达多少？300亿，330亿。目前上个会期在这里跟委员报告的是207亿嘛，哈。那编列的是，目前是162亿。所以现在目前规划烟捐烟税加上遗赠税提升呢，提高，大概凑足在160多亿、170亿好了。那还有短收的税收？没有，目前编列的就已经162亿的。对。那如果加，可是根据遗赠税60亿，就220亿。对。可是根据长照2.0的版本哦，希望能够有300亿嘛，对不对？那还有短收的部分，部长，其他可能的裁员是要开征其他哪些税收呢？目前遗赠税的机会是最大了，所以大概220亿嘛。那这个烟捐烟税就要看大家的意见哈。那这个220亿，部长，遗赠税您刚说大概60多亿啦，67亿左右。我们现在162亿嘛，再加上62亿。就算60，就222亿。对，那还有短收80亿呢？那这个第一年开办哦，我们事实上是很多，所以部长长照的裁员需求哦，只会越来越多。对，对，没错哦。所以而且再像遗赠税所谓的机会税，我不知道部长了不了解啊、哦？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哦。再加上我们现在遗赠税调高之后，很多目前啊、哦、高所得的这些民众，他已经做事先的财务规划、包括这一次最近哦，调查发现他们很多这一次我们开征的遗赠税已经税收提高，也就是说他们做了预先的规划，未来很有可能他们也会把相关的资产移到海外去哦，所以会造成我们裁员需求越来越大，长照的裁员需求越来越大，可是我们的税收会是短收的，所以变成说我们来裁员不稳定，所以部长必须要预先的规划，好不好？那最后，如果未来我们开征税收可能没有办法补足未来我们的这个长照裁员的需求，有没有可能做一些相关的调整，或是考虑我们透过保险的方式来补足这样的一个缺口？那目前是还没有考虑到保险，未来有没有这个可能？看实施的情况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所以是有这个可能吗？部长，什么可能都有可能，但是目前呢是没有这个规划。目前没有这个规划。对，好，谢谢部长。是，好，谢谢蒋委员。好，我们等一下陈曼丽委员质询完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好，我们接下来请陈曼丽委员。谢谢，我想还是要邀请我们的部长，谢谢。林部长。喂，好，部长好。我想啊，就是说我们最近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卫福部也非常的努力在做一些的工作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对于这个医生要纳入这个劳基法的这个保障哈，当然是说对于医生来说，他们会非常的关切。那部长也说到要到108年才会落实嘛哈，这个部分呢，我是非常的恳切。可是呢，就是说我是非常的期待，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来把我们的这个医疗的改革呢，就是说全盘做一个医疗改革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对，
这个、因为我想是说医生的权利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当然也是非常在乎这个医疗的品质哈、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个部分这个卫福部的努力哈、有没有抓到一个方向。那目前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有十点的这个我们的医疗改革的一个方向出来哈、那这个医疗的改革的方向呢，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的跨科的这种整合啊等等之类的，我想就是说其实里面有一些的声音哦也被大家提出来，我不知道是说部长对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的看法，就是说目前大家所回应的这些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配套的部分能够让大家能多多讨论。对于这个医师受雇医师 全面纳入劳计划，我们是有十项的这个配套。配套非常重要，为什么要一点时间？如果配套的时程没有跟得上这个纳入的时程呢，对医疗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目前当然委员提到大概是讲这个 PA 啦，就是临床助理的部分。临床助理或者医师助理在美国欧洲呢都是行之很多年，他也有 PA， 就是临床助理，也有专科护理师，两边都有双轨在进行。那这个美国制的或者欧洲制的临床助理是要大学医学相关科系毕业之后，再读两年的这个研究所，然后做相当时数的临床实习，国家考试之后才有。是，那我想我这次提出的并不是这种，就是说很多的单项呢，大家都会有一些的意见了哈。那我今天我还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比较大的方向来看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医疗改革，然后呢医生的缺乏，所以呢我们可能会一直在想说，哎，怎么样去弥补这个供给面哈，就它的一个缺口，怎么样让大家的那个人力能够在不断的增加出来。那但是呢我还是会强调，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需求面哈，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需求呢，它其实必须要让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医生的角色，基层的医院的角色，它能够发挥出来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加医制度是不是能够扩大出来啊，还有就是说分级分诊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真的落实哈，甚至我们要加强民众的这一方面的自我的自主的管理，还有民众他也要知道我们健保的服务它能够服务到的一个程度，然后有一些的小病真的是到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就是基层这边来做这样的处理。但是我觉得好像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十项的这个要做去做的这个配套，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好像在需求面的这个部分感觉上就不是那么样的多哈，所以好像感觉上是说我们那个大的方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源头的一个研发，然后在源头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那这个跟这个医师纳入劳也相关一个很重要的，除了人力以外就是分级医疗。分级医疗是我就任以来念之在之，而且花最多时间的地方。那分级医疗在一个是医院的部分，一个是基层诊所的部分，第三个是民众的教育。那这个医院的部分呢，当然希望这个往急重症来看，这个比较轻症 primary 的地方，计划往这个基层来 shift。那基层我提出的就是要壮大基层，就让民众对基层有信心。所以我第一个呢就提出要希望做开放医院的制度，让这个我们的基层诊所它可以到医院去做，同时这个互相合作好一点。第二个我要放宽列表，这以前我们的基层医师呢都是大医院训练好的，可是他无用武之地，所以现在健保呢希望放宽，他可以做像心脏科医师可以做超音波等等。其实哈，像这样子的东西呢，就是说大的需求面他要去改革，甚至他要去研究，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后面是怎么样往后面走嘛。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成本的这个部分啦，因为呢我们现在已经有看到就是说基层的医生的医生馆这些的诊所有些都已经没有办法去负担他们的成本，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政府他其实就是要去把这个医疗的成本呢把它算清楚，甚至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制度也要把它做得更好，甚至呢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因为医疗成本的降低在大医院呢就变成高工时，然后在小医院呢又没有足够的
就是病患哈，来这边享受他们的一些的健保。所以我想说，政府的角色就是来用我们的这些政策哦，或者用我们的制度，能够去引导民众他的就医的习惯。这样子呢，我们就说医生和民众各自都有他们。就是说应该要有的一个责任了哈，而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是说政府没有去引导，然后又把这个事情呢就变成大家都摊在那边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哈。那当然我自己也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最近因为在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就让我们的这个门诊的这个部分呢，大家就会讲说，哎，那算成本的时候，大家就会去说，那我们门诊的负担到底有没有落实哈？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就是健保法第43条的规定呢，它其实是必须让我们的这个转诊，就必须你必须要有经过一个转诊，才能够到地区医院或区域医院或者是医学中心哦，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嘛哈。是。那我相信这个部长也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其实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的程序的话呢，他就必须要增加他的负担，病人的负担哈，就是说增加30%、40%、50%哈。那请问一下部长，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医学中心平均每件的门诊的医疗费用哈，平均是多少钱吗？详细数字你们在，应该1300左右吧。多少？1300块，或是1300块，或是2300，我就是这个三。1300或2300吗？对对对，苏玲，那个医学中心那个现在的平均费用，我记得是2300吧，是吧？2300吗？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是3050块哦，大概3000块钱哦。所以如果是说3000块钱的数字是正确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医疗50%的部分医疗呢，大概就有1500块钱的部分医疗在地方他们要去负担哈。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民众他负担的钱是多少？请问一下部长知道吗？因为是有一个上限，所以未经转，如果是未经转诊的话，应当是240、360，再加上他的药费的上限是200元的。好，部长，我告诉您是360块哈。你看像这个表格哈，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就是说我们那个转诊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门诊的这个部分呢，他如果是说没有经过这个转诊的系统过来的话呢，他只要多付哈，他只要负担这个360块钱，即便我们现在抬高的时候，离我们刚刚所说的1500块钱，或者是说刚刚那个署长讲的，就是2300的一半，也是1150块钱，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政府在这个落实的方面，等于政府没有很严格的去执行，然后就让很多的民众就很习惯性的跑到这个地区医院过来，然后呢就不会是说他就自己在他的这个自己家附近的家医的系统，他就开始去做他的一个诊断哈。所以我想说，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个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部长，你这样子，是你觉得？报告委员，这个健保法43条，这个未经转诊的部分有第一项跟第三项。第一项就是这个定率就是30、40、50的这个百分比。那第三项就是定额，目前就是采用定额，但是因为定额的规定，它还定额每一年都要调整，但是我们11年来从来没有调整。是啊，我也是觉得11年都没调整，也是非常的奇怪啊。报告委员，今年一定调整。可是我是说，你还是要让分流啦、分期啦。你这个调整的时候，你就是要务实的调整，要不然的话，就变成大家都要打空包弹，然后大家就觉得是说，哎，我去一个医学中心看病，好像也没有增加很多的钱。我想这个部分是很糟糕的，然后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基层医疗的倒闭哈。然后我们看到现在那个小医院都经营非常的困难。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杂志，他们就去问老百姓哈，就是说，哎，你为什么都不到这个基层的地方去哈？结果呢，他们反而会大部分的人会说，因为基层的这个诊所呢，医生能力不够哈。那能力不够，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也觉得很奇怪，我们都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然后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格，所以居然民众会觉得说能力不够，会误判病情，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那个
卫福部要怎么办啊？这个我觉得医师的能力是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希望健保放宽给基层可以做的检查，甚至开的药，我们现在今年健保的这个协商里面就放入这一块，那希望每年来做调整，慢慢建立民众的信心。好，我在这边也是希望那个我们的部长哈，替基层的多想一想哈。那所以说，小医院它其实它有一个功能存在哈，尤其它就在社区里面。那另外呢，对于那个医院评鉴的这部分，刚刚那个洪慈庸委员也有提到哈，就是说我们删除了这个医事人员的配置的一个标准。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大家就会非常的担心哦，因为你如果这个部分你没有好好的去控管的话，你其实是会让有一些的医院。他只想赚钱、哦可以这样讲吗？他只想赚钱，然后他的结余，然后他就不想亏钱，所以呢，他就有些的人力呢就不补足，然后也造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的人力、哦、大家就觉得更加的辛苦。当他觉得辛苦的时候呢，他就可能自己就病了，所以人家都说这是一个血汗。对，可是我们也不希望把我们的医护人员、啊、把它变成一个血汗的一个状况。这个，所以这个部分拜托一下部长。这个医院评鉴的基准跟这个设置标准，除了护病比以外，其实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一次就没有把这个其他的医事职业的这个标准做调整，但护病比一定会留下来做条文。我是希望这个部分、哦、也要去查一查有没有一些的医院、哦、有造假的这种情形。因为这个、哦、真的是设置标准，你说一定。没有就不能设立医院了，所以设置标准是一定要做。好，我希望能够经常去抽查，因为现在大家就很担心，就是说让他们就又过劳了，然后反而变得非常的辛苦。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谢谢部长。好，谢谢曼丽委员。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对，那不是他，是健保，国际的，好，那我们可以。
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邀请是李彦秀李委员，请大家赶快入座好吗？我们的各官员，好，我们先安静，好，好，是我们来继续开会，好，请李彦秀委员。我想请部长跟机关署周署长。是，请李部长。委员好。部长好，署长好。部长署长，我先问一个时事的议题哦。这两天台风来哦，我们现在医疗院所有为了国民的健康，其实都有加入卫福部的公费疫苗施打的政策。但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风灾的时间特别的长，虽然各个医疗院所我们都有冰箱要求说送回去，但是大家都没预料到这一次时间这么长，而且虽然医院有不断电系统，但是其实有一些还是有停电的状况，无论是机疗诊所或者是医院，所以导致这一次台风风灾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可能造成公费疫苗有回损的状况。那这两天我也接到很多不同的讯息跟澄清，因为这一次的停电跟断电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无论是停电数大概是最大的一次，所以医界也好，各个医疗院所、基层医疗院所，大家都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后续可能牵扯到公费疫苗必须有灾害赔偿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一次是不是有可能协助认定从宽来去做出，因为大家都没料到这一次停电的户数会这么的多，那照理说风雨这么大，要基层医疗院所医生们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风雨，把这些公费的疫苗再报到卫生所去，好像也不太合理。卫生所到底有没有停电，有没有人在？虽然你们有一套 SOP 的标准，我希望未来这套 SOP 的标准可以重新再去做更多的讨论，因为风雨大大小小实在是无法去做预估，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更严谨的状况，去把疫苗保存得更好，这当然是一个课题。我们未来可能机关署周署长你这边要做一些准备的，但是这一次是不是能够从宽来去做认定？报告委员，这次一定会从宽认定。好，确定了。台风期间的，因为这一次其实停电的范围其实非常广泛，卫生所说不定有一些基层医疗偏乡其实自己都停电，回损的状况也很严重，所以在这边我希望是可以从宽认定，也谢谢署长直接的回应。好，署长你部长的回应哦。部长，我刚才特别关注到，因为我只剩下七分半钟的时间，今天其实很多的委员都还是把今天的课题关注在这个医院评鉴的改革这一块。对于这一块，我非常认定，肯定我们部长你上任之后的努力，确实我们的医院评鉴实施38年，大概都是很多医院大家都认为这个医院的评鉴其实是需要改革，所以这个大幅度的改革，我是给部长最多的肯定。但是这一次新制的这个医院评鉴当中，无论是涉及经营管理或医疗照护的部分哦。当时在新闻稿说，九月底大概就会把未来改革的方向就会出来。但是这两天当然可能透过不同的群组、医界的评组很多的讨论，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一直进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新的评鉴标准改革的方向会出来？因为你当时是承诺九月底，我知道你可能透过不同的人的很多建议，你是一直在调整。那虽然是到明年才会开始实施，但大家都开始在看。所以到底你什么时候方向会很明确出来？这个条文还是还没调整完。报告委员，这个条文在议事室送，已经送了，所以我今天明天回去就签出来，就会公告，就会公告。是，也就是你会在明天9月30号一定会正式公告，九月底前公告明年的条文。部长，那公告之后还有机会做一些调整吗？如果大家医界看到你的公告的内容，这个还是不能再公告了，公告就不能再有。部分有几条是有视频的条文，就是对于100床到这个100床负100到129床的这个优的部，以前就优的部分，这个我们做视频。好，我希望部长，如果医界对于您公告的内容，仍旧有很多的疑义，或者是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去做调整，我当然还是希望部长有调整的地方。那我时间不多，我还是要继续
接着问哦，今天很多委员都还是关注在这个护病比的状况哦。医院评鉴其实过去长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护病比的部分，很多的这个评鉴的内容可能有造假。我非常不乐意说造假，或者是很多的数据事实上是不符合现状的。好比很多的护理人员，他事实上是做行政工作，他并不是在做第一线，所以刚才才会有其他委员说，其实护病比的状况是真实的状况是1:20，绝对不是像现在您刚才数据上回答其他委员说是1:13哦。今天大家很多委员都用了同样的一个数据，但是刚刚部长你也回答说，其实合理的是1:7或1:6。那你刚才也回答说，事实上我们新的评鉴标准并没有把护病比拿掉哦。在这边我要稍微再跟部长讨论一下，你说未来打算这个护病比的部分仍旧这个比例还是存在做一个评鉴的标准，但是我们有三套不同的方法来去希望，就是说把护病比的这些人事评鉴有来做更多的把关哦。第一，你说医事人员的管理系统，我必须要再提，就是说医事人员的管理系统过去的做法也是医院他们各自去填，那现在医事人员管理系统也仍旧是他们自己来做。刚才您回答蒋万安委员说，那他们自己要负责，但是过去也是他们自己负责，但是过劳的状况也没有改变，所以部长你可不可以回答我，现在你透过医事人员的管理系统，你如何去杜绝作假？因为过去也一样，这个数据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你这个资料管理系统一样是自己来填，你如何杜绝它作假？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制跟方法？医事管理系统是卫生局在卫生局登录的，所以这一定要医院还是要跟卫生局负责了。那他可以去查。或者甚至会同劳动局去查，劳动局查好。第二个我就要接着来问，你刚才说第一个卫生局会去查嘛？哦，好，那我就希望是真的是好好查，未来如何跟劳健保来勾稽？因为有时候很多的医疗院所它有分院、本院，它会不会把不同的数据拉在一起？分院的人事把它拉到本院来给你做稽查，然后在查分院的时候，他又把本院，这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未来如何去勾稽，甚至跟劳健保来去配合，你一拉出来就知道，哎，某某医院他其实拉下来他的本院跟分院各自有多少，这个数据就可以 很准确拉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提醒部长，你如何去跟劳健保做勾稽？是，哦，这个勾稽呢，这个劳健保，就是这个健保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跟这个系统来做勾稽的哈，那。而且真的是跟健保这一次五月公开以后，这个各医院承受很大压力，而且做很多的回馈，或者是公开透明是好的事情，而且要跟健保局务做部长，我等一下会跟你讨论回馈的部分哈。第二个，你刚才讲说透过这个劳动部的这个稽查，劳动部现在每一个劳检员一个人要去查3万多人哦，还不止你医疗院所。其实现在这个民间团体劳团，大家对于过劳，大家都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心态如果只推给劳动部的劳检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到底可以劳检到多少哦？包括我刚才讲一个劳检员要查3万多人哦，比例那个负担实在是太大。然后另外以现在的事业单位数，我们现在劳检数还不满，可以不达到，达不到一成，达不到一成。所以你依靠劳检员劳动部来稽查，我觉得你只是把你应该做的业务，或你应该想出其他方法解决的事情，你把它推到劳检员身上，我认为也不合理。第三，你刚才提到说护病比的部分，我们可以请民众做后盾。你的新闻稿里面说医护人员做后盾，其实对于民众来说，超时并不是民众所关心的，是我希望我到医院我可以看到足够的，我可以快点看医生，护士可以赶快来协助我帮我服务。所以我觉得透过大众来去做处理也不见得好。那另外一点，刚才你提到说，哎，我可以透过这个比例的部分，健保给付可以增加，但是我想部长你对于医院的管理你非常清楚，你如果给他的奖励
没有办法去达到不付他的成本了。我需要多请的护士，但是你给我的奖励只有9%到11%，那我干嘛要请？他医院经营，他也是要盈利的嘛。所以你刚才提出这三套方法，其实我都不认为是真正改善护病比的方法。我认为应该回过头来去把增加罚则的部分。所以，譬如说我未来逐年，我希望2年、3年后，我达到1:15或1:10，甚至1:7，我们逐步来做。但是你达不到。我就是设定罚则，而不是我用最低门槛，我给你加9%到11%，其实这都是被动的。今天为什么 医生跟护士大家都是过劳的现象？如果我们目前我们还是希望说医师纳入劳基法是在107年1月1号，这是国民党团我们的时间表。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如果有机会，来逐步在透过医院评鉴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定罚则，甚至你把标准设得更高来定罚则，我相信那个改善护病比的环境，改善医疗环境就有机会去做更大的调整，我就看你敢不敢做。这个罚则也是一个未来的方向。那这个刚才提到跟给付的这个联动，这个金额要大，急剧大，我想那个效果会加成出来。对，因为9%到11%，其实他宁愿不要拿9%到11%，因为我增加护士的成本，可能那个费用又更高。医院他还是盈利单位，我虽然不愿意这么讲，但是数字成本其实都还是要算上去的。所以第一，我希望那个比例要去做调整；第二，我希望蒋万安刚委员问的，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要增加罚则，你要把那个护病比的比例再重新去做调整。另外，你达不到，我就是要做罚则来去做处罚。好，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好，我希望，我不知道公告内容有没有这一块，但是107年1月1号医师纳入劳基法之前，我希望罚则可以出得来，所以这才有真正去改善我们医疗的环境，可以吗？108年，我们是国民党的版本是107年1月1号，你的版本是108年啦，我的版本是107年1月1号，好不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李彦秀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委员。主席，请林部长。好，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有关刚刚其实也有委员问到膝盖的问题，在这次上个礼拜的医院总额应该说总额预算的讨论里面。护卫者代表跟医院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呐，哈。那护卫者这边代表这边主张是在卫福部编列公务预算的前提下，由医院跟西医基层来付费做一些负担哈。但医院代表的部分是说不行哈，一定要从其他部门的预算来支付啊。我还是要问，最后还是两岸呈到我们部长来做裁示啊，因为这是健保法的一个规定。我不知道在这个公务预算上面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一个裁员的找寻。那另外就是对于膝肝纳入的这个健保的一个争议，您的看法跟初步的意见会是什么？虽然还没送过来，我想已经都吵翻天了，您应该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了。我的讯息是有，但是还没有，这个第一个文还没上来，第二个这个健保署还没或者健保会还没有来做详细的报告，所以还没有做裁决，所以目前是这样。但公务预算因为我们到任之后，其实大部分的预算都已经编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106人是没有公务预算的这个计，明年没有编。是，所以这个前提就有点难达成了。是，好，另外一个部分，本席有听到说要成立膝肝办公室，不晓得这个膝肝办公室是要从由哪一个单位来统筹，这个谁会知道？这个膝肝办公室是整个国家防治计划的一部分，那目前我们防治计划包括三个单位，一个就是国建署，一个是健保署，一个就是疾管署，然后跟外界的这个专家学者来组成。那这个办公室里面，当然一方面是做这个预防啦，这个疾病治疗以后，还有很重要。如果真的要膝肝开始进来，当然这个专家学者已经帮我们排好这个 priority， 但是还要一个登记的制度，因为先如果开始通过要做，就要做一个登记。那登记到今年，假设明年假设8000名，就登记到8000名，那前面都开始治疗。所以这个膝肝办公室就是未来要排优先顺序的意思了，就是说未来膝肝因为人口有非常的多，所以是未来要排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有要委外吗？还是由我们
部里面组成的刚刚三个 部门来做这个联合的一个讨论。对，目前是设在这个健保署里面。在健保署里面。对，好。那另外，因为我想，西干纳入这个健保哈，我想这个开始大家都肯定啊，因为各界都支持。可是就是裁员的问题啊，那我更关心的是，那对于西干的长远的政策是在哪里啊？就西干防治五年、十年的计划，我不晓得我们部里面有没有要多久才能提出比较长远的对西干防治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事实上也差不多完成了，就是从前端的预防筛检到后端的治疗，甚至如何带动我们的产业，所以整个是一连串的这个计划。大概多久可以完成这样？两个月可以完成这样的计划？可以还是已经大概不用那么久，已经几乎完成了，几乎完成了。是，所以我们是提五年还是十年的西干的防治？我们请这个蔡次长他在负责哈，要不要蔡次长跟他？但我们这个办公室哦，我们目前是要先设在健保署。那我们当然，我们希望十年内我们的目标可以减少90%的新感染率了。那另外可以减少65%的那个相关的死亡。那另外我们希望达到80%以上的西干的治疗的涵盖率，这是我们十年的目标。好。就是说，我们部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大概这最近又应该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比较根治的一个计划。好，谢谢。好，我接下来要问部长的是有关我们重症儿童的这个问题啊、哦。那部长也知道，我这本席一直很关注这个重症儿童。过去部长在当次长的时候，大概也讨论过这个重症儿童的一个照顾的问题哦，特别他们需要气切了哈、哦。他们现在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的这个特殊学校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变成都被要求要陪读，然后只有家长或是他的看护哈、哦，就是外籍看护来帮他做抽痰的一些或管灌的一个工作啊、哦。那我想这样问哈，因为其实接下来是长照的很大的一个课题哦。我们长照也是常常被诟病的是，我们的服务员到安家去，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所以家属会觉得你根本没办法减轻我的家庭这个照顾的压力哦。所以要问的是说，过去我们已经努力过一段时间，就是有关居服员不能协助老人这个便秘的一个筛筛剂哈，还有测血糖，然后服药。也经过照护师跟社家属的一个协调去年协调完之后，今年也透过了一些训练已经可以逐步的做一些放宽这个是我要跟部里面肯定的一个部分。接下来就是说，那像这样的一个抽痰跟管灌这些都是涉及到护理的业务那可是他都不能动因为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这一家长也很头痛对于这些服务他。护理人员不说他太忙学校的护理人员说他太忙，他没办法执行，那就是到最后还是家长跟他的看护、外籍看护要去做，然后家长跟外籍看护就可以执行抽痰跟这个管灌那这个地方家长就会疑问的，那所以请问给我们卫福部卫福部的答案是说只有在这个个案因异物哽咽或是呼吸道危及生命的时候，可以施行紧急的救护，就快死了才能做好。另外一个是说家属雇用的这个外籍看护工或是照顾服务员，就是家属自己雇的，自己负责任所以也可以做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到底要延续多久就是说，在护理人力，刚刚其实我们谈到医院的医护这个护病比，也都护理人力都严重不足。那在社区的服务里面，护理人力其实也不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让我们的长照或是像这样的一个重病孩子就学他也有一定的一个照顾，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我们上次开公听会的时候，也希望能够针对这个部分请照护师邀集医师师社家属还有教育部跟这个护理还有呼吸照护的专业团体来研议，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这些相关的人员经过一定的训练的科目课程都可以研议训练的时数都可以研议，再加上督导护理人员的在旁的督导，这部分有没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更积极的来做演绎？不然我们部长可以请护士长跟报告吗？进度演绎的情况怎么样？上次那个委员跟委员报告就是上次你那个公听会的决议之后，我们其实有召开护理咨询委员会的时候，邀请所有的护理团体来参与，所以他基本上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在护理人员的监督之下，可以执行。其实
是同意朝这个方向来执行。不过因为他有提到就是要家属愿意授权，因为他是属于医疗行为， 是要医师指示之下护理人员执行。那如果护理人员授权给这个照顾服务员，其实相关的法律责任其实还是要去厘清。那相关的部分就是希望，家属愿意授权的部分，希望有同意书的一个配套。然后另外一个是相关的训练的课程，其实涉及感染技术跟深度抽痰的部分，他其实护理团体还是建议要审慎去。规划那个相关的课程，是以上说明。我不反对啊，因为其实相关课程还有它可以做到什么范围，比如说深抽痰那个部分是不是不可以，浅抽痰可以哦。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更细部的讨论跟规划。那怎么样做好监督啊？那你刚刚说家属的这个同意，我想这些都可以做着相关的配套来做处理哈。那我另外关心的是说，这群孩子啊，重症的孩子，他是不是又没领身心障碍手册？那未来在身心障碍的权益以及长照 2.0 的规划里面，他会不会纳入这个长照的一个服务？因为他还没有拿到身心障碍手册，他弃缺。好，简署长。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可能就是需要再去思考啦。整个的好规划里面，可不可以再演绎一下？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一出生可能就已经是一个重症的孩子，可是他可能没有身心障碍的手册，那是不是我们长照的对象？因为长照规划的时候是五岁以上，大概在估算人数的时候都用五岁以上啊。那另外我比较另外一个关注是说，我们这些孩子还有家长需要喘息服务。那目前我们有些国家已经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重症的一个孩子的喘息服务。那到底这样的台湾已经有一些机构基金会愿意来设置，到底这样的机构是属于护理之家还是属于身障机构？这个我不知道。如果要设置，是给家属也可以喘息的，家属可以带孩子来这边接受照顾。我们最早其服务的设计本来就是可以提供居家服务的喘息，不是，或者是机构的部分。对，是机构。那因为护理之家其实如果有喘息服务的部分，他们其实可以接受比较小的小孩。问题是说，就是他太小，是很多护理之家没有那这样的经验呐、啊，所以他们希望是专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喘息之家的服务。所以你是认为是护理之家是相关的训练课程，我们其实逐步都在增加，比如说相关护理之家的部分。那其实很多的重症小孩其实现在都安置在护理之家。是，我想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有团体或是基金会愿意来试办，是不是请我们照护师还有社家属一起来协助，看怎么朝一个合法而且怎么样来辅助他们设立好吗？因为他们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环境啦，努力。好，另外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高龄的社会来临还有身心障碍的口腔需求哈。那最近我开了一个公听会，也在讨论对于特殊需求的口腔专科的设立，其实已经一二十年了哈。我们身心障碍的专科一直应该说已经有一些努力，可是事实上还是执行的非常，说真的，现在的人力都断层了，医师都断层，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不好赚的一个科别，要耗时间，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高风险，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状况，还有需要麻醉，所以它的一个专业性其实跟其他的牙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不晓得部长，您认为这个特殊需求的口腔专科它设立的必要性？这个特殊需求的这个专科，第一个从事的人不多，第二个事实上他的报酬是不高，所以我们其实就很感谢这些人愿意从事这个服务。如果往这个专科医师的方向来努力，是我个人是赞成啊。当然需要跟学界还有这个牙医界呢再深度沟通一下，而且以后呢只有这样可能还不够了，还是需要如果可以列入健保，列入这个医院评鉴的话，可能医院的院长会更重视。是，我们也希望朝专科化的发展，就是说医院能够也设立相关的专科，因为未来不止身心障碍，过去是身心障碍为主轴，可是未来是高龄的社会，所以未来高龄的一个照护需求，因为他身上的疾病其实也蛮多，需要做特殊的照护，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积极来朝向这个特殊需求专科来设立，然后未来相关的课程，包括教育部那边相关的一个教育课程的一个规划，我想都一并来做。
规划，好吗？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吴玉琴委员。接下来我们应邀请吴坤玉委员。主席好，各位大家好，我们先请林部长好了哈。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早哈。好早。这边风台哈，我想咱感谢哈台湾哈各地区的这个医疗人员呐哈。今天在这个每季台风侵台时间哈，大家拢有坚守岗位哈，保护为民众的健康把关。我想我们应该向这些辛苦的医疗人员致谢了哈。好，感谢部长哦。那接下来就是，可能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休会期间，好，这里很争论的食安政策，好，这个我想部长不晓得有没有听说了。我是不是请何次长跟江署长哈来答复？哎，部长可以请坐，没有关系了哈。来，好，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们的，次长跟署长的 A5 嘛哈。委员好。我想次长跟署长这个这里针对这个所谓议员的食安管理，不晓得有什么看法没有？报告委员，在对于这个食品业别的技术证照人员的规模跟音质比例跟他的所有其他相关规定，我们在9月22号已经开了一个政策沟通会议，跟所有的食品业者、还有专家、还有学者、还有民间的团体做了沟通。是。那在会上呢，所有的业别或者是专家学都建议我们要有一个配套措施，所以我们在10月6号呢，在所有预告在10月6号截止之后，我们会依据所有的建议事项来做一个配套。什么样的配套？是不是要降低资本额？降低资本额是一件事情，那么配套里头是针对这些专门职业人员的训练，训练跟持续教育，然后另外对于卫生管理人员的资格跟他的训练的部分，我们还会做一个配套。这些技术人员我想是为了食品安全嘛，那所以这里有规定，像肉类加工业啦，水产品，还有 乳品加工业、餐饮业，当然现在增加到13个业别嘛，对不对？那主要当然是食品技师。我想像肉类，如果我是老板肉类，我不会聘兽医师啦，因为兽医师的待遇会比较高，我可能会 聘那个畜牧技师或是食品技师，相对他的待遇会比较低嘛。那我们就要问的，这些人真的能够做好食品安全的把关吗？不晓得署长或是次长，你们觉得这些人、这些技师是真的能够把关食品的安全吗？跟委员报告，我想最主要是一定要先有设置这些相关的人员。那刚刚署长也特别讲，包括他教育训练，但实施的成效没有办法现在一下说达到100%完美的境界，但是总是要有一个起头。我相信一个起头。不能随便起头啊！当然，我买单我别设这里。当然，后面来食品，我刚署长也特别说明了。分得清楚，家的人是没法做食品安全嘛？你不管未来的目标是怎么样，但你开始都爱打对啊！你走一步，第一步爱走对啊！不是讲，反正我第一步我别走，反正目标在底啊！我安尼，不然走三米三去都走未到呢。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您刚刚所说的重点，我们都会纳在所有开始试办或者是执行的过程中。您到底对这些人的背景、这些人要做的工作有了解吗？当然，我们所有的工厂里面食安的管制跟它的风险管理都会纳入在教育训练里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教育训练，基本上这三行嘛，那这个是当然是卫生人员，那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我想这个就是食药署写的嘛，为了这些人食品技师的设置，为了提升食品品质，来确保国人食品安全嘛。面问的是讲，提升食品品质真的能够确保国人食品安全吗？回顾一下，到底哪一个地方有问题？这是您下来的目的嘛？推动食品技师制度的目的就在这里啊。
为了提升食品品质。是。啊，这个提升食品品质，如果能够做的食品色香味齐全，这是品质啊。但是这样做真的能够提升食品安全吗？我想所有的专业人员的教育训练，或者是他的在教学的目的啊，都有他的目的。对啊，有他的目的啊，我知道啊。是。然后在所有食品业别，提升食品品质没有错啊，因为目的都对啊，提升食品品质都对啊。但是提升食品品质是不是能够提升食品的安全？这是我们蒙连的呀。对，相对的要求，在对于食品业者的一级品管的部分呢，我们会要求这些特别的一个食品的专门职业人员要做到他的一级品管的部分。问题，这人的背景训练某一项是食品安全呐、啊。啊、你要叫这些人来做食品安全嘛？很奇怪。食品安全在对于源头的管理跟所有制程的管理，其实都是安全的一部分。啊、但是这些人要做的是提升食品品质呢，伊的背景、伊的所有的训练都是提升食品品质呢。报告委员啊，其实，在所有的训练或者教育里头，食品品质是一部分。那食品的安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厂商很愿意做啊，食品品质，家己我也是食品业的头家，我家己当然会当来提升食品品质。但按食药署你帮助规定一个规定来要求厂商来提升食品的品质嘛，感觉足奇怪。嗯、对不？这物件厂商会家己做啊，伊要让伊的产品销路较好咧，伊家己来做啊。是，提升食品品质，变成证明跟食品安全有关系啦。所以在我们食安法里头，其实对于食品的制备里头啊，一个是 GHP， 一个是 HACCP。那么对于在教育训练里头是必要的。根据食品卫生啊，卫生啊，卫生不代表是安全呐、啊。你甲看基本的定义一下。我想咱要做这个行政的工作，对这基本的定义拢要彻底了解，唔是安尼做含糊安尼吼来制定政策。GMP 较早时来破产 ，GMP 就是提升食品品质的啊，但是破产的啊，对不？咱来从过去学习到经验嘛。较早 GMP 的 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 这个提升食品品质的目标，干嘛要破产去啊？即摆把你改啊呢？咱这有需要改无？咱这改啊，对不？你看咱规定食品技术、食品安全要做的工作，这里这食品制定食品安全管理政策呢，食品安全的政策，这食品技术拢无食品安全的训练，你要去叫伊入厂来制定食品安全政策，真的袂超过咱的要求。咱的要求会先超过无？要要求一个食品技师，伊无食品安全的训练。但是入厂以后，伊要来制定这个工厂、这个企业的食品安全政策，咱遐要求太超过嘛？你想讲你一个人无受过英语，你叫伊来甲咱做英语，要叫伊来讲英语，安尼够合理？这普遍想，咱唔免读册，咱嘛了解呢，对不？咱餐厨的管理，餐厨做个这么悬啊，这基本的观念一定要了解。要做政策，咱嘛是爱做了解。你看，这全部要做的工作，拢食品安全相关的工作。但这些人完全无受过食品安全的训练过，啊，咱要来叫伊来做食品安全的工作呢？咱的要求会受超过无？不怪厂商反应足歹的嘛，对不？反厂商嘛怀疑这些人来做有效无？当然，我嘛是感觉讲厂商请一个新人来个训练，这是无唔对。但是你讲目标。我都答对无？你要爬一粒山，你为一边的方向行唔对，你这粒山头可能爬了，你敢迷路，无一定哪死伫遐呢？对不？咱嘛爱想清楚。所以食品技师这物件敏感范围就侪，并且小厂未来卖翻倒呢。你即摆资本都慢慢来降落，个别小厂拢爱先呢，拢爱先，因卖翻倒。所以你嘛爱想讲小厂变啊未来变啊来帮助因做好食品安全的工，食品安全的工课呢？唔是安尼个一个发现落，一个行政命令甲下落，就落实吼，无多。所以我想，咱的员工，咱遮个人要哪去训练，咱来思考。
好，即马教育部开始要设食品安全研究所。好，这些人开始我来，咱来训练这些人，咱来思考要来训练咱的人，好来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啊，无这些人无完全，像即马你讲卫生人员训练，厨师有需要，但是拢你加工变啊煮食，变啊洗菜等等，伊无你加食品安全的科目啊。所以你变啊，让伊来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这些物件。想想拢做质疑，我著怎有成效？哦，我想咱来彻底来检讨这食品安全的制度、食品技师的制度啦。哦，安尼想想嘛，看愿意来接受。哦，啊，想讲过去，你看咱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遐尼多，增加人员，但是行政人员增加袂少。哦，我想103人，甲100，增加40个。啊，这人即马拢伫对咧服务咧。好，增加了40位行政人员，现在在哪里？报告委员，这是统计上的不一样，从103年跟102年到105年，其实是统计把那个行政人员把它瓜分出来，以前是没有把区管里头的行政人员把它挪出来的。那现在的104年的统计，因为增加了70个人，所以就把行政人员挪出来，把企科里头的对于广告的行政人员，还有封管里头的稽查跟行政人员，把它分别列出来。但是封管不一定做食品安全的工作啊，你这人啊，你增加是要做食品安全的工作。因为食品工厂的稽查是，我知道封管里头也有列进去。你封管组哈，爱设伊嘛是属于药物管理嘛，对不？所以，咱真正要做食品安全的诶，这人员，咱都爱和咱食品安全相关呢，真正爱。你做食品安全的工作，好不好？是，他实验室也是他们在机场。好，今年无时间吼，但是我真正好，麻烦部长吼，甲卫福部，我想咱伫卫福部拢是一流的人才，好，拢是一流的人才。但咱所谓政策，真正爱做好评估，做好评估，唔通吼，含含糊糊就捏出来，好，啊无安尼吼，阮通要支持吼，迄手都举袂起来，好，真正是安尼，好，我嘛无了替好对卫福部的政策做一遍吼。好，真正是嘞，拜托一定爱。好，我相信伫卫福部做工课的人，大家拢是一流的，好，拢是一流的。但是咱真正爱好好整合这人才、甲科学资讯来做好评估。以上感谢。好，谢谢吴坤玉吴委员。好，我们接下来是王宇明王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是有请林部长。林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本席要请教这个有关长照裁员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请教你吗？还是应该要请教林万益政委？可以，本人可以。可以哈，好。那因为现在看到媒体上都是林万益政委在对外发言嘛，哈，他现在说我们呢要涨烟税跟烟捐。我们预计可以收到230亿，请问这件事情他有跟你讨论过吗？报告委员，上周这个林院长已经把这个长照这规划执行交到本部要本人来负责，所以这最近就本人很积极在规划在执行。所以往后我们的长照政策应该回归到这个部长手上嘛，不是在听林万益政委的吧？也是要应该是回归到以卫福部为主来主导了吧？ 对， 對，没有错。好，好，那既然林万益政委他说要230亿从烟税跟烟捐呢，那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这边的看法又是什么？那目前烟税烟捐还没有定案，所以这个他讲的不算数，对不对？行政院来讨论，那这个最终还是要立法院来通过。所以林万益政委对外的发言，现在他讲的这个号称可以收到230亿，是不是可以说根本是还没有定案的事情，而且也不算数？报告是还没有定案，而且希望财政部的推估跟卫福部的推估在做合理的这个。那你们现在两边会不会在拔河？因为过去的卫福部一直主张是应该要调烟捐，因为烟捐你才可以专款专用。那现在财政部主张是要调高烟税，那我们看到的林万益政委对外的发言也已经说，他希望是烟税高于烟捐。那我想请教我们卫福部的看法怎么样？这个
这个因为下周会讨论的，下周的这个行政院会讨论，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但卫福部应该要有自己的主张跟立场。过去一贯卫福部的立场都是希望是烟捐的，因为烟捐才是你们可以专款专用的嘛。一旦变成烟税之后，你能跟行政院、你能跟主计处争取到多少经费，就是未知数了嘛，对不对？对，是不是？不过如果烟捐、烟税其实都是专款。都可以专款专用。那烟税要怎么专款专用？烟税应当也是整体的税收啊。对，要怎么处理？要不要修法？烟税比较是进入国库里面呐、啊。对啊。大的国库，那烟税就进入这个小的这个烟税基金，这个健康基金里面。对啊。那所以烟税的部分的话，既然是回到国库，你怎么样让它变成是又是指定长照可以专款专用？要不要修法？这个基本的立场是第一个，不要影响到我们目前这个烟税，因为有时候增加这个捐跟税以后，这个税会捐会减少，这个不要影响到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个业务。第二个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增加的都是给长照来使用，就是大部分还是本部在使用。我觉得这个调高烟税跟烟捐哦，大概都要透过立法。那现在部长，你有把握这个会期今年年底这个立法是可以通过的吗？可以得到社会共识吗？中南部的立法委员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修法的方向吗？因为本席也看到了，事情一传出来之后呢，民进党里面的立委已经内部先反弹了，也有人放话说他要反对了。那你们有没有把握去化解这样的一个阻力？这个如果这个行政院的立场定出来之后，当然我们就要来努力的哈。您觉得您这个把握成功的几率有多高？因为我们看到劳动的政策那个一例一休现在还躺着、还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行政跟立法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大家步调不一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嘛。那这个烟税跟烟捐的问题您觉得有多少的把握？过去大家也希望调啊、但后来也是在立法院没办法通过、因为区域委员对这个议题是非常敏感的。因为这个比较复杂，就是这个两个委员会要联席会议啦。是啊，所以复杂度更高，对不对？那本席要问的就是，如果调整烟税、烟捐在立法上可能会遭遇到一些阻碍跟困难的话，现在本席看到的，你们现在编列出来的长照预算呢？从选前说330亿，现在只剩下178亿，明年预算是这样。那如果明年这个烟税烟捐的调整可能又受阻，就只有178亿，怎么办呢？这个钱少这么多。这个报告委员，这个上个会期跟委员的咨询的时候，我们提到207亿嘛，明年度我们、又少了。那这个不会，这个177亿，如果加上60亿的这个。遗赠税大概这个大家意见比较一致了哈，大概应当就超过，应当就230-240亿。你是说遗赠税明年确定就可以开征、而且可以开征得到？我想会通过，而且就会补充进来嘛，就可以挹注嘛，明年马上就可以挹注进来嘛。这个就看到立委来的决议怎么样了。如果速度快一点的话，应当就可以进来。好，我想这个部分呢，大家都很关心的，我们长照的未来啊，那钱绝对是关键，是没有钱，你其他的计划都是空的，根本没办法执行。包括前一阵子也有很多，他是把这个他家里的失能老人送到机构安养的这一些家属，他们在抗议，他说你目前政府的这一些长照政策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没有一项计划是有加惠到他们的，他们完全得不到任何的支持跟帮忙。那我也听到你的回应，你说因为你们钱不够，是钱不够还是你们在政策上就是把机构的就是刻意的排除？并没有刻意排除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我们请这个署长来跟委员解释。简单补充好不好？本期要下一个问题。好，跟委员报告，其实，在长照 1.0 的时候，对于这个弱势的、重度的失能老人住在机构的，是有一些补助的。好，那个只是地方，因为当时是中央已经测算到地方了，所以是由地方来支，就是那18600。那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每一年我们光是老人哈这个部分就已经十亿多了，地方政府在支，那个是在长照 1.0 就已经有把它放进去。对，那 2.0 会不会扩大？2.0 的部分我们现在是期待说是不是可以把那个补助费哈，就是可以再往上调一些，因为随着物价的这个调整，我说对象可不可以再扩大？对象可能我们现在会比较着重在失智的部分哈，因为它比较难照顾哈，所以这一块我们会去考虑。好，所以整体经费其实还是不够嘛，因为事实上第一线大家各个失能家庭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嘛。那本席比较关切的是说，以我们现在的税收已经看到它的限制跟缺陷，第一个就是裁员的不稳定已经被证实了，所以330亿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变成是178亿，未来要开征的任何税收好像都画上一个问号。这是选前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来的，就是说保险它的裁员比较可以稳定下来，税收就是会受到你的经济、你的政治的影响，你可能会打折扣。那这个怎么办呢？我看到你们现在新政府大家是有点不同调哦。其实我听到主计长他的说法，主计长大概是快要被逼疯了，因为根本就没有钱嘛，都是一直用公务预算嘛。所以呢，他已经抛出一句，他说这3-4年呢，大家把这个服务做好之后，未来的保险不能排除。这是从一个主计长嘴巴讲出来的话，许章尧主计长，我有听到他在媒体上是这样子反应的，因为他觉得一直要他去想办法找钱，太痛苦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新的裁员。部长，你怎么样看待主计长他已经先抛出这样的风向球了？还是在卫福部的角度，还是一样税收制一路走到底，未来的10年完全不可能考虑保险的接轨机制？委员提的是许政委吗？还是主计长？对，哎、欸，我刚好像讲错名字了，主计长，主计长，好，不是，是许政委，许政委，对对，好像。OK， 那这个我想目前确实是我们这两年要把所有的服务体系建制好，把这个很多的服务的项目、服务的标准要建立好。那以后到底怎么样，就看这几年实施的情况再来做决定。所以没有那么斩钉截铁，什么就是保险一定被排除，对不对？我希望卫福部务实一点了，这件事情是涉及到所有的长照的家庭，这些失能的老人可不可以获得完整的照顾？这个不是什么税收制跟保险制的两派之争了，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最适合台湾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是保持这样的弹性，很务实的看待未来整个长照制度的一个建制。最后一个我要问的是有关于许厝国小的议题，我想当时这个许厝国小的问题也是搞得满城风雨。那当然站在捍卫孩子的健康的角度，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客观的报告，然后显示出来的数据，我们应该要依着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帮孩子健康做最好的把关。那但是这个报告呢，显然是没有得到家长的绝对的信任跟支持，所以你们现在呢又由成大每个月去做这个尿液的采样的检验嘛哈，这个第一次的每个月一次的第一次采样的结果出来了吗？我们请王署长跟你报告。已经采样了吗？我看媒体是已经采样了，结果出来了。第一次的成大的报告已经送到已经出来了，我们要给当地的那个。那结果是什么？没有，我们要给当地的卫生局因为我们那个报告是给个人的。你们不能公布啊。那个是做健康检查，所以是个人的一个资料的部分。那整体呢，就是说他的报告本席要问的是，那他现在最新抽采样出来的结果跟原来国卫院的监测报告，他是不是有一致？你说有没有？国务院的报告还在检测当中。这个报告委员，这一次的检查呢，是我们应云林县政府的要求帮他做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资料就送到云林县政府，我们并没有判读。那请云林县政府会他们自行。你们没有判读啊？我们没有判读，我们直接送过去给。那当时的这个抽检的时候，是个人的资料会给各个学童的家长。但是整体资料是给云林县政府去做判读。那你这些资料如果没有解释清楚，就是孩子接到家长接到这个报告，他怎么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有没有跟当时其实大家最在乎的就是说，国卫院既然是一个研究调查，照道理来讲，他出来的数据大家应该是要相信他的。那现在再加上这一个，因为家长不信任，又加上这一个的尿液的检验，大家其实在乎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一致的，那代表
国务院的报告没有问题，对孩子的健康风险的确产生影响，那我们要启动措施就不一样了，就要变成是那环保署的监测数据就有问题了，你们就要告诉环保署说你这是太松啊，在你的觉得安全的监测底下，孩子的健康的确造成影响，所以必须要改变。那如果今天出来的数据又跟国务院的不一样，那表示说这当中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关键的。我想这件事情既然是行政院的高度跳下来解决地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就不能说只是丢回去给云林啊。我觉得卫福部你们站在一个为孩子健康把关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你们也要有你们的看法，这个数据你们应该看过啊，你们应该知道说到底吻合或不吻合嘛。如果是吻合的，那这的确对孩子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其实要采取的措施就不一样，你们要去跟环保署做很强力的，你那个就是 要改嘛，不能说当时在这个事件上是行政院跳出来然后就说一定要签效，那现在事件过了之后又丢回去给云林当地，他有能力来处理吗？他如果有能力处理，早这十几年来他就处理了吧，那既然行政院想要管这件事情，那就管到底吧。大家想要知道的是一个这件事情不要再来一次了，所以透过这一次的尿液采样的检验，大家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结果的，到底是不是对健康会造成冲击，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协助吧，不是只有交给这个云林啊。因为这个当初就是云林县政府希望我们协助做健康检查，这个不是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们就那如果云林那到底国务院的那本席就要问，那国务院的这一个整个研究计划有没有问题，因为是家长对他产生质疑啊。这个研究计划已经到六月还是七月就结束了，三年期的计划就结束了，所以整个他也第一期也都投稿到国际期刊被接受了，所以基本的架构基本上是应当受到尊重，而且我个人是对国务院很有信心的、啊。那如果这样子，那你们就该强力要求环保署啊。你的监测数据有问题啊，是不是？不过他如果继续这样监测下去，引起尿液的变化 ，TDGA 的变化因素太多，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研究或者校正啊。那这样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啊。是只做一次的检验，可能还是后续的，不过后续看云林县政府，因为他可能会请专家来解读。因为本席我想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后续啊，高雄中油的大林场，他还要扩建呢、啊，扩增计划案呢、啊，而那一个大林场，它旁边有三间的中小学，我不希望它变成是许厝国小的翻版，所以这件事情，你们的监测报告、国院的报告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是会有影响，这样的扩厂案可以再继续吗？当然不行啊。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大家也要想要弄清楚。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哦，也不是只有云林县政府、哦，既然行政院管定了，就管到底吧。谢谢。谢谢委员。谢谢王委员。那接下来是钟孔昭钟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部长。请林部长。我也请邀请国务院院长于院长，钟伟老，部长，院长，我们与会的卫务部的各位官员，还有在座的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好。我特别请于院长上来，是因为在上个会期来对我有特别提到。对于登革热气候的变迁，当时你有说成立了一个病媒文中心，在台南跟高雄。我当时希望的一个主张是一个热带医学中心，那你们也有承诺，三个月之后，会把相关的计划，提出来。我想问的是现在的进度，能不能做个回答？谢谢委员的支持。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在规划，你现在不能跟我讲规划。当时我提出来，你们说三个月内要给我，要给我做一个回应。想请我请那个江，要给我做一个回应哦。那你们三个月已经过了、我请那个江主秘来做详细的报告。
报告委员，在这个热带医学研究中心已经规划到这个国务院的南部分院，啊，这个里面一起，将来哈，就是要跟文媒防治中心整合在一起，那么在南部分院里头，那一起来执行。你所谓的南部分院是设在哪边？南部加嘴，云嘉南以南都是南部分院，你总是有个地点啊。不，你不能摇头。你们当时来，我请何处长。委员好，目前考量是在台南跟高雄，那由台南跟高雄双方的首长去做最好的规划，但是重点是所有的规划一定把原来不管台南或高雄目前在进行的工作都不会有。你来自高雄，你应该知道高雄原来就有一个热带医学中心。在高一当时有原来最早 CDC 就是机关。如果 高一已经原有的设备或者人力或者相关的一个经验，那你们能不能作为优先考量设置在高雄？当然，就整个地缘来讲，高雄也是一个最好的考量之一了。那目前不要讲的考量之一模糊。目前是觉得你上次跟我斋钉截铁的，好，包括蒋部长跟我斋钉截铁的，好，包括我们国务院的余院长，你也斋钉截铁的，说会设立在高雄。今天是有什么政策因素吗？没有没有，我们会应该是以考量到当时为什么要设立热带医学中心，是除了病媒蚊之外，包括疟疾、寄生虫、肠病毒这些。跟委员报告，如果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设在高雄。这个在经费上有困难吗？经费如果以刚刚主秘所特别规划，如果以国家卫生院的南部分院的设置，同时也可以解决前面在讨论有关环境污染、空气污染的，可以整并在一个南部分院去执行。那出估的经费大概要20亿左右。那另外土地的部分一定要地方政府提供。那目前看起来，如果以高雄来讲的话，可能捷运冈山站附近的土地是最适合，因为交通也方便。然后临近现在有新的一个400床的医院在。他现在捷运站也要拉到冈山嘛，对不对？我说的是现在已经有的那个冈山站，不是要再拉上去的冈山站。那如果是这样，你们在经费的经费上的来源，你们还是认为说有困难度？报告委员，这个国务院的南部分院，我现在在问你，部长，你不要给我打岔。我现在问你的是说，是你的经费来源有没有问题？因为根本没有南部分院这个规划。没有这个规划，你前面又讲说规划了3个月。他们在规划，但是还没报到这个部里，而且这个国务院的经过院会，而且要经过。之前我问的是蒋部长，我不知道蒋部长。蒋部长当时到现在，如果执政换也520开始到现在也多久了？也不止3个月了、啊。你现在跟我讲说没有这个热带医学分布的医院，绝对要设的，但是。国院南部分院，我个人觉得要非常的保留。不，你现在的一个保留跟原来旧政府也好，或者说刚刚余院长的答复，或者主秘的答复，或者何处长的答复，对，都完全跟你不一样啊。对对，因为根本还没有报到上面来。啊，那我就被你们糊弄了4个月了。对，所以这个在规划的时候。就要经过董事会、啊，而且还要报到部里来啊。不，这如果是一个政策在执行面上，你们既然已经答应了，也在立法委员会的委员会已经答应处理。你今天跟我讲说你们还没有这个规划，这刚刚违规。我可以做这个病名热带医学的研究中心，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现在台南跟高雄的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病名文的，所以你还是确定会盖就对了吧？对，这个会盖，这是不是分院的？这个它是盖这个热带医学研究所、啊，但是不是盖这个分院的、啊？所以你们现在就是之前一个时候是国务院的一个分院南部分院，现在是一个热带医学中心。其实我当时期待的是设立一个热带医学中心嘛，这个可以。你们但是不是分院的？内部考虑的结果，就是说干脆就说一个国务院的南部中心。所以跟你现在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政策是随着人而改变。我不知道以前蒋部长在上个之前不要讲蒋部长啊，你上任之后有一次你没有来，何处长带你，何处长当时也做了一个回应。是，我还在另外一个委员会里面也特别提问，是，那时候他们说我对何处长特别客气，但是你们今天这个答复是推翻了原来之前的一个规划，那到底我是要余院长讲了算，还是何处长，还是你说了算？我讲了算，你讲了算。所以未来是朝医疗热带医疗中心是没有错，跟委员的经费的来源，经费的来源什么时候？时间？你不能今天跟我讲说，我未来要设计，然后成立的时候是2019年，我搞不好我也不在位，因为不分区立委是一届一届的。你时间上总是要有一个时间性。可以，我们要多久可以？这个热带医学研究所，我们一个月以内跟委员做报告。一个月内？哎，那经费来源有问题吗？其实为什么经费来源有问题吗？我现在问你经费来源。我上一次就跟你们提过，啊，经费来源科技部来源，你们有跟科技部讨论过吗？这个我来。科技部有相关的一些的经费，你们有做过横向联系吗？这个我回去就会来努力。不是你回去来努力，上一次的会议就跟你们讲过了。我想陈一鸣一直在点头。没有，这样你会浪费我时间呢。如果科技部那边有相关的经费，我们在经费上未还，或者我们卫福部啊相关的经费在执行上啊可能有些的落差或者经费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透过跨部会的一个横向联系来给你们做一些经费上的一个资源？好，谢谢委员。你们不要太本位主义嘛，上一次就跟你们讲了这些的一个横向联系非常重要，你们马上好好好好啊，回去也还没记住，门开了，他这个门出去，反正你说，我做我的，你不要忘了我们会追踪的，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就会列管。这就是因为我当时干行政主管机关过，所以我都会列管。所以我要特别跟部长，还有何政策大家共同来努力啊，因为既然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心声哦，不只是我了，只要是来自高雄的这些立法委员都有这个，而且最近已经到秋天了，登革热已经发生了，是以往没有这个病例，现在有，那是不是该设热带医学中心的时候了？对，我完全同意。好，谢谢。阿伯说来，我时间还有的。因为刚刚人家都说，我本来有三个问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再问你，二胎健保补充保费超过，所以我们在今年一月一号开始降低汇率，对不对？是今年补充保费，对啊，补充保费，我们对于健保的汇率是不是有降低？对啊，就是降低嘛，从今年一月一号开始。哎，对，哎。啊，您今嘛一直在哀公，您健保不及，那你认为当时的政策是对的吗？啊，拄我遮侪位委员甲你问的时阵，你嘛在讲啊，这个也无及，啊，迄个也无及，这个也要从烟间，这个要从什么？啊，您在一直哀无及。我跟你讲，你降了要再拉吼，不可能的事了啦。当时这个政策是对还是错？我不是问陈委员的，陈委员来当部长，可能搞不好还比你有，只是他是国民党哎。我只问你，降低之后，这个降低之后，你相关的健保费用的不足的部分，未来你要如何来支应？因为这是涉到你的未来的医疗分级制度嘛，所以刚刚这么多的委员要跟你在提医疗分级制度的时候。
你大医院是小医院，你三，而且你在评鉴来对你把医师能力的设置标准你给它删除掉了，请问你把这些的，而且你增设一个什么准医学中心，你从教学医院、区医院、社区医院中间又安插了一个准医学中心，那区医院一定往准医学中心，而且你又把人力的一个三设置的一个标准在你的评鉴里面去删除掉。包括我也没有删除呢，因为这个其他医事人员的这个评鉴标准跟设置完全一样，没有删除，你们采用登录制，用采线上登录，不是完全一致啊，跟设置标准是一样。线上登录你会不会造假？你有没有保证？因为你刚刚的回答，另外一个委员是说以后可以透过劳检，你党行的透过劳检。刚刚林秀燕委员，李燕秀委员哦，拍谁啊？他特别跟你提，你们就是推到劳检处。劳检处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啦，劳动部光一个劳动检查就不够能力，要增加人手180个能力。你们相对的现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是有劳检能力会帮我们查。你们改采这个动路，你们有没有增加医强医护人员的这些的劳动条件的改变？你们为了让这些的准医学中心的殊荣来牺牲这些护理人员的劳动条件，有没有？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医事登录系统，这是所有的医事人员在执业的时候必须到卫生局去办理的执业登录，所以不是医院自行通报的。不是医院自行通报？是不是？那你那个增设医学中心的殊荣到底的，你们为什么突然又增设这个增医？大家都会去医院，都会往这边跑嘛。所以林靖宇委员刚刚跟你们提得很清楚嘛。跟委员报告，准医学中心的他的健保给付完全，你这样才知道到后面，请问由区医院跑到准医学中心，那区医院架空了，没了。啊，社区医院往区医院跑，那社区医院怎么办？偏乡地区的怎么办？屏东县没有教学医院呢，没有教学中心呢，这些的社区医院搞区医院搞不好他就跑到，而且你们现在都，就像他们讲，有点像连锁店了、啊，那高一连锁了多少店，对不对？龙总也有连锁店，大家都连锁。这种对医护人员的一个负担换取的殊荣，你们觉得合理吗？不要一直站起来了，吴怡简、吴主席，刚刚王一鸣委员，你都站这么久，我也是站很久，对。嗯、我不过多讲了两分钟而已，三分钟啊！我现在要问你们的，你落实分级医疗制度下，能不能确保医护人员的劳动条件受到保障？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劳动条件分成两个，一个是人员人力的部分，是用这个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去强调，每个月会去查核。第二个呢是工时的部分啊，那个是另外一个。我只问你没有，能不能够确保这些医护人员的劳动条件？你只要跟我讲说可以，我保证。我们都一切按照依法来行政的。我就跟你讲依法行政。啊、如果依法行政，大家都可以，大家本来就是依法行政啊。我只问你，你依法行政之下能不能保障这些人？你总是要有多一点担当嘛。你就说有，我有信心。你这样国人对你们卫福部才会加分啊，护理人员才会对你们有信任感啊。包括我之前一直讲的，你那个长照的服务人员的薪资结构是不是要改变？它的强度的不同是不是要做个薪资结构的，做个薪资结构做个调整？你们当时也说有啊，要啊，做了没有？正在做，目前正在做，正在做。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看做的一個。现在正在做这个。把这个成本都算进来、哦。不是、啊，我还是再问你，你能不能保证这些医务人员的劳动条件？你做保地的人够有意了喂？我一定会
会尽力维护我们医护人员的这个劳动条件，所以才会设这个劳动条件的这个小组来保障他们的劳动条件、啊、好，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好，谢谢谢委员。因为我们中午还有程序委员会啦，所以时间一定要在12点赶快准时结束、哦、我们接下来是由萧美琴萧委员。哎，对，我们萧委员结束之后，我们就中午就休息哈、哦，下午2点半开始来。好，谢谢主席哈、哦，请部长。来，林部长。部长哦，我想我们国人对于食安的标准跟要求是越来越高哦。那卫福部也因应国人的要求跟需求哦，也开始着手进行一些新的政策的准备哦。但是这些新的方案的这个引领哦，在实际的运作上面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哦。那我在这边要跟你反映一些在实质执行上面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也希望卫福部能够尽力去克服哦。第一个就是说，你们有要求这个食品业者哦做这个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也就是说你们用云端科技来做管制哦。那这个用意良善啦，但是对于一些地方的老师傅哦，尤其是偏乡地区，他可能是比较年长的，像什么糕饼店啦、面包店、馒头店哦，他已经几十做这个事情做几十年了，那你现在要他去用这个自然人凭证，用各种的云端科技去管制他的这个等于是他从几十年来的一个习惯的一个重大改变，那他未必对于这些技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有这个自信能够去因应。那做这个新的管制下去，可能对他原来的生计，如果他没有办法符合要求，或者说他缺了什么要件，他没有登录，或者是没有怎么样哦，他不熟悉，那可能会衍生后续的许多他生计上面的问题哦，以及相关的罚则。那你们是不是有更积极的相关的辅导措施，尤其是对于一些偏乡的这些小型的前店后长比较年长的这些这个相关的业者哦，一些特别的辅导或者是协助措施，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替代的机制哦，可以让我们许多比较算是比较弱势的这些年长业者哦，他不要面对这样一个因为制度本来是利益良善的制度，但是却是造成在执行上非常大的困扰。那第二个困扰哦，就是你们现在正在引领这个草案，也就是食品业者应该设专技人员哦，那个包括专门的职业人员跟技术证照人员，那这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尤其是特别偏乡的这些前店后厂的小型的面包店、糕饼店啦之类的，那你要一个比较年长的人再重新去考所谓的专业技术证照，他是有困难的。他已经有一身非常丰富的经验，甚至是很好的品质，还得过奖的，但是你要他回头去跟年轻人面临一样的考试的压力跟这个那，他未必能考得过，但是他做的成品是很好的。那你们定这样的一些规范哦，其实是对比较年长的这些就业者哦，或者是他自己开店的这些小老板，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状况哦。那当然我知道整个订立这些规范都是想要强化食安的管制，这个利益也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些弱势者，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替代的方案，要有一些补救的措施来辅导来协助哦。大家面临尤其是年长者哦，他已经很难再去转型了，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日落的空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哦，让这些比较年长的这个就业人员哦，他有更多的调整的机会呢？我会请江书长跟委员报告。报告委员，委员刚刚说的两个问题哦，就是非登嘛哦，一个非登不可，就是登录制度。那登录制度的确，我们现在是用自然人凭证跟工商凭证来做登录，它是为了要不可更改跟登录的正确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有派驻人员在卫生局，第一个来协助这些企业或者是老人家来做登录。第二个是在卫生所跟卫生局呢，他们的人员稽查人员也可以做协助登录，来解决这些的问题。你要知道，很多这些小型传统的小店面，他甚至连电脑都没有哈。是。那你去投资要他去买这个电脑，等于是要了他好几个月的收入，一个非常微薄的这个收入哦。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缓解呢？所以在卫生局或卫生所或者是我们派驻人员呢，是使用到卫生局的电脑，他不需要，所以不用业者自己，是不需要的。那他所有的读卡机也是在卫生所跟卫生局里头有配备，所以只要他有新的进货、有新的原料、有什么，他都必须要再去找这个卫生所的人来他家去来做这个登录，他才能够开始进行这个营业行为吗？不不不，登录非登不可，不需要做原料的登录。原料登录是我们公告的一定业别以上的才需要，这些微型企业是不需要的。所以他需要去动员到这个卫生所基层的这个人力的这个频率是怎么样？是一年一次，还是就是说他一开始一次就好了？还是他可能经常性会碰到这些问题？一般微型企业，我们是只要登录一次就可以。他之后呢有变更的话，变更的话才需要再去变更。所以在卫生局的部分会做协助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后续这个有关技术证照的问题呢，对年长者已经从业几十年的，还要再重新考照的这个困扰。在第二个专技人员的部分啊，那我们并不要求在微型企业里头，就是对于这些小店前店后厂这个部分呢，要求要有专技人员，没有，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卫生管理的一个训练。所以他每年呢，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办法，就是卫生管理人员他每年只要去做持续教育，做上课8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你们提出的这个资料就是应制技术证照人员之食品业者里面哦，里面第九项有前店后厂小型烘焙业的这个项目在里面。那是那个劳委会所办的那个烘焙技术人员的考证照的部分，就像美容师或厨师一样，他是技术人员的。所以你们是有要求要有这个技术证照咯，才能够营业吗？就是职业的技术证照，不是专技人员技术证照，是两件事情。那这个职业证照，从实案的标准、实案的角度来讲，你们有特别要求吗？它是一个 prerequisite， 它是一个要件。技术证照呢，它如果要开店，它要维持它的营运，即便它有几十年的经验，它也需要这个证照吗？它是在前店后厂里头呢，是三分之一的人要有一个技术证照，可能只有阿伯阿公就一个人两个人而已啊。你要所以他超过三个人的话就要三分之一，没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超过三个人的话就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要件。我想这些政策哦，很容易，本来是好的政策，但是很容易引发一些民众跟业者的恐慌哦。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由基层的相关的人员来加强的宣导哦，来协助跟辅导哦。那另外哦，这个我要请教的就是有关长照 2.0 政策的推动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哦。那在目前整个裁员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形之下哦，许多的社区一方面是非常期待，因为地方毕竟已经需求已久了哦。但是既期待，但是又很困惑，因为你们目前所提出来的这个分级制度哦，它到底应该涉及到三个部分，一个是空间，一个是人力，第三个就是经费跟裁员的问题哦。那有这个，例如说有干妈点的这些长照站啦哦，那三个村里一个地方，那万一这些你的空间要设在哪里？你有没有经费来协助地方去找这个公共间，还是你用现有的闲置空间哦去改装？我就地方的了解，好像连改装的经费都不够。而且我们都知道，对老人的照顾的空间，其实标准跟规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消防、包括安检、包括无障碍设施等等的哦，这不是一般的闲置空间它就能够符合跟达到标准的哦。那这个是最简易的，甚至到一箱一个点的所谓旗舰型的这个长照店哦，那它的经费来源，其实就你们目前已经去跟地方沟通去说明的，是非常非常微薄的哦。你要去改造一个闲置空间，让它可以，你不要说还重新去盖一个真正所谓的旗舰型的长照中心，一箱一个而已哦，连这个经费都没有，连去改造的经费都不足了，可能一个地方只有100多万的经费，
你要他怎么去符合我们所要求的无障碍空间，他的相关的设施等等，哦，那空间的需求，那还有后续营运的人力的资源啊，对不对？你做下去了，尤其是这个伽马点的这个社区型的这个长照中心，以后他的人力要从哪里来？有没有训练过？他有没有需要证照？还是一般的志工就可以了？哦，他提供的餐点有没有符合我们食安的标准的各种流程？哦，还是一般这个比较年长的去当志工就可以了？还是会陷入我刚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又要技术证照，又要什么样的标准，又要什么样的考试？哦，他才能够参与整个人力提供的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我觉得后续在执行上问题很多，那我也知道这些问题你们也许已经在处理了，可是在我们长照 2.0 的政策在推动，你们甚至要求各乡镇开始找示范点，其实每个社区都想要自己变成示范点，哦，但是你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挑选？哦，那你们在示范的过程当中，我刚提的这些问题有没有去解答？其实地方的讯息是非常非常不足的。对，报告委员，这个 ABC 的示范呢，会采弹性因地制宜的方式。本来是昨天跟地方政府做行政说明，刚好台风，所以会稍微延，可能延几天了，下个礼拜就会跟地方做说明。我们有一个比较严，因为地方几乎是搞不清楚你们到底想要办什么，现在会有多少钱，越来越清楚，会有多少空间。那个示范计划哦，这个不会 A 不会很大了，但是我们广设西级的这个伽马点，这个那你们如果示范的连示范的资源都不足的话，我们要怎么期待所谓的高品质？示范资源看起来，我昨天再算了一下，是应当还好了，而且我们一月、十一月、十二月示范，一月。我们可能会有第二波再示范。好，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就现有，因为时间不足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就现有的示范计划的内容？是。哦，你们择定哪一些地方？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定？是。哦，那各县市，尤其是花莲的这个资料，相关的资料能够提供给我，好不好？好的。那个还没，然后后续的人力、是经费、是空间的资源，你们要如何去处理？哦，是不是能够这个原则相关的原则一并来提供？我们先送原则，让所有想要参与长照 2.0 的社区都能够有更充足的资讯，好不好？好，好的，谢谢委员。好，谢谢。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下午2点半继续开会。